其父归立。初，出宫历十二年亡，亡在外四年复入。出宫后元年，赏从王者。历二十一年卒，出宫继父遣公出公子而自立，是为道公。著所引左传作食谱，此作夫因谱，又因图和反，或作夫朱本，或无慢字。著所引案出宫出历十二年，亡在外四年，复入九年卒，是历二十一年。自即位之卒，凡经二十五年而卒于月。道公五年卒，子晋公弗立。晋公十九年卒，子昭公纠立。是时三晋强，位如小侯，属之。PG 八百三十九。著所引案纪年云，四年卒于月。系本名前，注籍解释本云晋公废也。所引系本弗作废。注所引系本云晋公生饶公周非也。注正亦属赵也。昭公六年，公子韦氏之代立，是为怀公。怀公十一年，公子颓氏怀公而代立，是为圣公。圣公父公子氏，是父晋公也。圣公四十二年卒，子申公训立。申公十一年卒，子陈侯老立。注正亦因为注所引因的按系本是作前，前道公也。注所引训亦作训，同修运反。系本作圣公时，注所引因素，系本作不是。按上穆公以明示，不可成侯更名，则系本是。成侯十一年，公孙鞅入秦。十六年，魏更贬号曰侯。注所引案秦本纪云，孝熙元年鞅入秦，又按年表成侯，与秦孝公同年。然则十一年当为元年，自误耳。二十九年，成侯卒，子平侯立。平侯八年卒，子嗣君立。注所引案乐资据纪年，以嗣君即孝襄侯也。嗣君五年，更贬号曰君，独有濮阳。四十二年卒，子怀君立。怀君三十一年，朝魏，魏求杀怀君。魏更立嗣君弟，是为元君。元君为魏案，故魏立之。元君十四年，秦拔魏东的，秦出至东郡，更徙魏野王县，而并濮阳为东郡。二十五年，元君卒，子君角立。PG 八百四十。注籍解徐广曰：班氏云元君者，怀君之弟。注所引魏都大梁、濮阳、黎阳并是魏之东的，故立郡名东郡也。注所引按年表，元君十一年秦至东郡，十三年魏徙野王，与此不同也。注籍解年表云：元君十一年秦至东郡，十二年徙野王，二十三年卒。君角九年，秦并天下，立为始皇帝。
二十一年，二世废君，矫为庶人，未觉嗣。太史公曰：余读世家言，至于宣公之太子以父见诸帝寿，真死以相让，此与晋太子深深不敢明离姬之过同，惧恶伤父之志，然促死亡，何其悲也！或父子相杀，兄弟相灭，亦独贺哉？所引数赞，司寇受封，子才有作，臣妻绝气，宜加其绝。既无能修，从文史曰：诗美归燕，传经石溪，皮冠射红，陈轩。始因宣纵淫弊，性身极硕，蒯聩得罪，出宫行恶，未作日衰，失于君脚。 PG 841史记卷38。世家八宋为子世家，为子开者，因帝以之守子而帝纣之庶兄也。纣既立，不明淫乱于政，为子数谏，纣不听。及祖一以周西伯昌之兄得灭野国，俱获志，以告纣。纣曰：我身不有命在天乎？是何能为？于是为子度纣，终不可见，欲死之，即去，未能自觉，乃问于太师少师曰：因不有至政，不治四方，我祖遂臣于上，纣神免于久。妇人是用，乱拜汤德于下。因计小大好，草窃奸诡，轻视师。师非度，皆有罪乎？乃无为祸，小民乃病心，相为敌仇。今因其典丧，若涉水无金牙。因岁丧，月至于今。一三曰：太师、少师，我其发出往，吾家宝于丧。今女无故告与颠姬，如之何其？太师若曰：王子天笃下兹王因国，乃无畏畏，不用老常。二灵金英明乃漏淫，神旨之四。二一金臣的治国，国治生死不恨，唯死终不得，治不如去，遂亡。注集解恐安国曰：为姬内国民，子绝也，为纣亲。是所引案尚书为子之命篇与命为子其代因后，今此明开者，必汉景帝会也。著所引案尚书亦以为因王元子而是纣之兄。按吕氏 PG 842。春秋云：生为子时母犹为妾，即为妃而生纣，故为子为纣同母庶兄。注集解徐广曰：也因其所引也因其其即离也。邹旦本云：羌因离。孔安国云：离在上党东北，即今之离亭是也。注集解孔安国曰：太师、三公、姬子也，少师、孤卿、比干也。注集解孔安国曰：言因不有至政四方之事，将必亡也。注集解马融曰：我祖汤也。孔安国曰：言汤岁
其功成立于上士也。注集解马融曰：下下士也。注集解孔安国曰：曹也盗窃，又为奸诡于外内。注集解马融曰：非但小人学为奸诡，轻视以下转相师。孝为非法度。注集解正玄曰：或的也。余臣皆有事罪，其绝路右，无常得之者，言吕相公夺。注集解孔安国曰：轻视既乱，而小民各起，共为敌仇，言不合同。注集解徐广曰：一座治水无周行，言为也。因魏典国典也。所引尚书典作论传自变异，其意义。书徐广曰：典国典也。丧因袭浪反。注集解马融曰：月于也。于是至矣，于今道矣。注集解马融曰：重乎告之。注集解正玄曰：发起也。纣或败如此，我其起作出往也。所以往尚书作狂，盖亦经文尚书意义耳。注集解徐广曰：亦云于是家法。因按马融曰：卿大夫称家。 PG 843。注集解王素曰：无意告我也，是为子求教诲也。注集解马融曰：积犹坠也。恐颠坠于非义，当如之何也？正玄曰：其与助也。其汝之贤身如鸡。季曰：何居？注集解孔安国曰：为子弟以子，故曰王子。天身纣为乱，是下资也。正玄曰：少师不达，志在必死。正义资应哉。注二零集解孔安国曰：上不畏天资，下不畏贤人，唯利其老之长，不用其教。注二一集解徐广曰：亦云今因明清神息，又一云漏盈清神志。阴暗马融曰：天曰神，德曰止，所引漏盈尚书作扰窃。刘氏云：漏盈由亲贵也。箕子者，纣亲戚也。纣使为相助，箕子叹曰：彼为相助，必为欲卑，为卑则必思远方珍怪之物而欲之矣。于马公事之见自此始，不可正也。纣为淫逸，箕子谏不听。人或曰：可以去矣。箕子曰：为人臣谏不听而去，是张君之恶而自说于民，无不忍为也。乃被发祥狂而为奴，遂隐而古琴以自卑，故传之曰箕子。操注集解马融曰：箕国名也，子爵也。注所以箕国子爵也。司马彪曰：箕子名须臾。马融王素以箕子为纣之诸父，夫前杜预以为纣之庶兄。杜预云：梁国蒙现有箕子仪。注所以注音持略反。按下云：为相助必为欲卑，卑
注释相近，周礼六尊有西向者无泰山。者尊者者 ，PG 八百四十四，第五族是也。刘氏因直律反，则非注意实用之物，亦并通。注即解风俗通义曰：其道闭塞忧愁而作者，命其取曰操。操者，言欲资遭害。困厄穷迫，虽怨恨失意，有守礼义，不惧不赦，乐道而不改其操也。王子比干者，亦纣之亲戚也。见箕子见不听而为奴，则曰：君有过而不以辞真，则百姓何辜？乃直言见纣。纣怒曰：吾闻圣人之心有七窍，性有诸乎？乃遂杀王子比干，忽视其心。为子曰：父子有骨肉，而臣主以艺术，故父有过。子三见不听，则随而好之。人臣三见不听，则其亦可以去矣。于是太师少师乃劝为子去，遂行。注即解时比干已死，而云少师者四物。周武王伐纣克殷，为子乃持其祭器造于军门，肉袒面腹，左牵羊，右把矛，西行而前以告。于是武王乃视为子，复其未如故。注所引肉袒者，袒而露肉也。面腹者，腹首于背而面向前也。刘氏于面及背也，亦亦稍淤。武王封纣子五根禄父以续隐嗣，使管蔬菜叔父相之。武王既克殷，访问箕子。武王曰：于乎？为天因定下名，相合其居，我不知其常伦所序。注即解孔安国曰：天不言而莫定下名，注合其居，使有长生之资也。 PG 八百四十五。注即解孔安国曰：言我不知天所以定名之常道理次序，问何由？箕子对曰：在其滚薄洪水，密成其五行，地乃震怒，不从洪泛酒等常伦所议，滚则即死，雨乃四星，天乃七，与洪泛酒等常伦所叙。注即解孔安国曰：薄塞密乱也，治水失道，是乱成五行。注即解徐广曰：一座是阴暗，正玄曰地天也，天以滚如是，乃震动其微怒，不与天道大法九类阎王所问所由拜也。注即解正玄曰：春秋传曰，舜之诸也即滚，其举也兴禹。注即解孔安国曰：天与禹落出书也，神归复文而出，列于背，有数至于九，禹遂因而立之，以成九类。初一曰五行，二曰五事，三曰八正，四曰五纪，五曰黄吉，六曰三德，七曰积仪，八曰数真，九曰象用五福，未用六吉。注即解马融曰：言天所以为巨人用六吉五行，一曰水，二曰火，
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曰稼穑。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穑作甘。注集解正玄曰：此数本诸阴阳所生之次也。注集解孔安国曰：言其自然之常性也。PG 846。注集解孔安国曰：木可柔使曲直也。注集解马荣曰：今之性从人，而更可消朔。注集解王素曰：种之曰稼，敛之曰穑。注集解孔安国曰：水乳所生。注集解孔安国曰：交气之味。注集解孔安国曰：木石之性。注集解孔安国曰：精气之味。注集解孔安国曰：甘味生于百谷。五行以下，箕子所成。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视，四曰听，五曰思。貌曰恭，言曰从，视曰明，听曰聪，思曰锐。恭作素，从作智，明作智，聪作谋，锐作慎。注集解马荣曰：八言当使可从。注集解马荣曰：锐通也。注集解马荣曰：出令而从，所以为智也。注集解孔安国曰：所谋必成审也。马荣曰：上聪则下尽其谋。注集解孔安国曰：于事无不通，谓之甚。八正，一曰实，二曰惑，三曰四，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兵，八曰师。注集解马荣曰：司空掌银成郭，主空土以居民。注集解孔安国曰：主徒息，教以礼义。注集解马荣曰：主诸寇害。注集解郑玄曰：长诸侯朝觐之官。注集解郑玄曰：长军旅之官。PG 847。五纪，一曰岁，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历。数。注集解马荣曰：星，二十八宿。辰，日月之所会也。郑玄曰：星，五星也。注集解孔安国曰：历数，节气之度。以为历数，尽寿。明时，黄吉，黄见其有吉，敛食五福，用复息其庶民，为食其庶民于女吉，息女宝吉。凡绝庶民，无有银朋，人无有彼得，为黄作吉。凡绝庶民，有犹有为有守，女则念之。不邪于吉，不离于旧，黄则受之。而安而色，曰与所好得。女则惜之福。时人思其为黄之吉。吾五官寡而位高明。人之有能有为，始修其行，而国其昌。凡绝正人，既复方古。女不能使有好于儿家，时人思其孤。于其无好，女虽惜之，夫其作女用旧。无偏无颇，尊王之意。无有作好，尊王。
知道。吾有作恶尊王之怒，吾偏吾党王道荡荡，吾党吾偏王道平平，吾反吾侧王道正直。会其有疾二邻，归其有疾二一曰王疾之父言，二二是于世训于地齐审。二三凡绝庶民疾之父言，二四是顺世行，二五以敬天子之光，二六曰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二七注集解孔安国曰，太宗之道大利其有终，未行九成之意。注集解马融曰，当免是五福之道，用不与西民。注集解马融曰，以其能免是五福，故西民与汝取中正，以归心也。注集解政权曰，又赐女以守中之道。 PG 848。 注集解孔安国曰，民有善则无盈过朋党之恶，彼周之德为天下皆大为中正也。注集解马融曰，凡其昔民有谋有为有所执守，当思念其行有所去舍也。注集解孔安国曰，凡民之行虽不合于中而不离于旧恶，皆可尽用大法受之。注集解孔安国曰，女当安女颜色以谦下人，人曰我所好者得也，女则与之绝路。注集解孔安国曰，不合于中之人，女与之服则是人，此其为大之中言可免尽也。注集解马融曰，高明显宠者不枉法为之。注集解王素曰，使尽其行，人之以正则国为之昌。注集解孔安国曰，正直之人既当绝路复之，又当以善道接之。注集解孔安国曰，不能使正人有好于国家，则是人私其诈取罪而去也。注集解政权曰，无好于女家之人，虽悉之以绝路，其动作为女用恶，未为天子结怨于民。注集解孔安国曰，偏不平，颇不正，言当循先望正义以治民。注集解马融曰，好思好也。注集解孔安国曰，言开辟也。政权曰，党朋党。注集解孔安国曰，言变质也。注集解马融曰，反反道也，策清策也。注二邻集解政权曰，魏君也当会具有忠之人以为臣也。注二一集解政权曰，魏臣也当就有忠之君而事之。 PG 849。 注二二集解马融曰，王者当尽即行之，使臣下不成其言。注二三集解马融曰，是大忠而常行之，用事教训天下于天为顺也。注二四集解马融曰，亦尽即夫臣其言于上也。注二五集解王素曰，民纳言于上而得忠者，则顺而行之。注二六集解王素曰，敬有义也，
顺情名言所以义，天子之光。注二七集解王素曰：正教务中，明善适用，所以为民父母，而为天下所归往。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刚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强富有刚克，内有柔克，审见刚克，高明柔克。为辟作福，为辟作威，为辟玉石。臣无有作福作威玉石，臣有作福作威玉石，其害于儿家，凶于儿国。人用策叵辟，民用剑推。注集解正玄曰：中平之人。注集解正玄曰：克能也，刚而能柔，柔而能刚，宽猛相济，以成智立功。注集解孔安国曰：是平安，用正直治之。注集解孔安国曰：有顺也，是强欲不顺，以刚能治之。注集解孔安国曰：是和顺，以柔能治之也。所以内当为且谢和也。注集解马融曰：审因也，遣福也。因福之谋为贼臣乱子，非一朝一夕之见，君亲无疆，疆而诛。所引尚书作 PG 850。审前此作见字，其意当依马注。注集解马融曰：高明君子，亦以德怀也。注集解马融曰：辟君也，玉石美食，不言王者，观诸侯也。正玄曰：作福，专爵赏也；作威，专刑罚也。玉石被真美也。注集解孔安国曰：在位不端平，则下民见差；积疑，则见立不是人。乃令不是曰与，曰计，曰替，曰物，曰克，曰真，曰毁，凡七不武，战之用二，演特。立十人为不是，三人战则从二人之言。女则有大疑，谋及女心，谋及亲事，谋及庶人，谋及波是。女则从，归从，事从，亲事从，庶民从，事之谓大同。儿生其康强，儿子孙其讽疾。女则从，归从，事从，亲事逆，庶民逆，疾亲事从，归从，事从，女则逆，庶民逆，疾庶民从，归从，事从，女则逆，亲事逆，疾女则从，归从，事逆，亲事逆，庶民逆。作内疾，作外凶。归事共为于人，用尽疾，用作凶。注集解孔安国曰：归曰不，师曰是。考证一事，当选则知不是人而见立之。注集解尚书作义，所引替音义。尚书作义，孔安国云：气若意义连续，今此文作替，是替气意相连之状也。注集解徐广曰：意曰替，曰备，所引物音。
蒙然蒙与物一通，徐广所见本替作体，蒙作被一通而自变。注集解正玄曰：不五战之用，谓与计亦勿克也。二眼特谓真鬼也。将立过世人，乃先命名照卦而分别。PG 八百五十一之照卦之名凡七，归用五，亦用二。审此道者，乃立之也。雨者，照之体，气如雨然也。记者，如雨指之云气在上者也。意者，色泽而光明也。物者，气不适，欲明明也。客者，如静气之色相泛也。内卦曰真，真正也。外卦曰晦，晦之言晦也，晦由衷也。卦象多变，故言眼特也。注集解正玄曰：历世能分别照卦之名者，以为博士人。注集解正玄曰：从其多者，师归之道幽为难明，甚之深。注集解孔安国曰：先进谋虑，然后博士以决之。注集解孔安国曰：大同于极。注集解孔安国曰：动不为息，故后世欲极也。注集解正玄曰：此三者皆从多，故为极。注集解正玄曰：此逆者多，以故举世于境内则吉，境外则凶。注集解孔安国曰：安以守常则吉，动则凶。正玄曰：归世皆与人谋相违，人虽三从，犹不可以举世。数真曰：雨曰阳，曰傲曰寒，曰风曰实。五者来背，各以其序，数草凡五。一即背凶，一即往凶。曰修真，曰素，时雨弱，曰至，时阳弱，曰知，时傲弱。曰谋，时寒弱，曰盛，时风弱。曰就真，曰狂，常雨弱，曰健，常阳弱，曰疏，常傲弱。一三曰吉，常寒弱。曰物，常风弱。王审为岁，清室为月，师隐为日。岁月日时无异，百谷用臣，至用民，二邻郡民用章，家用平康。二一日月岁时既异，百谷用不成，至用昏不明，郡民用为，家用不宁。庶民为心，二二心有好风，心有好雨。二三日月之行，有冬有夏。二四月之从心，则以风雨。PG 八百五十二。二五，注集解孔安国曰：雨以润物，阳以干物，暖以长物，寒以成物，风以动物。五者各以时，所以为息也。注集解孔安国曰：言五者备至，各以次序，则息草木，凡五滋风也。注集解孔安国曰：一者备吉过甚则凶，一者吉无不至。一凶，为其不时失斗之谓也。注集解孔安国曰：即美行之宴。注集解孔安国曰：君行进，则时雨顺之。
注集解孔安国曰：君政治，则时阳顺之。注集解孔安国曰：君昭折，则时暖顺之。注集解孔安国曰：君能谋，则时寒顺之。注集解孔安国曰：君能通理，则时风顺之。注集解孔安国曰：即恶行之厌也。注集解孔安国曰：君行狂妄，则常与顺之。注集解孔安国曰：君行见差，则常阳顺之。注集解孔安国曰：君臣抑郁，则常暖顺之。所引书一字读。按下有曰吉也。注集解孔安国曰：君行吉，则常寒顺之。注集解孔安国曰：君行恶暗，则常风顺之。注集解马融曰：炎王者所审直，如岁间四时也。注集解孔安国曰：卿士各有所长，如月之有别。注集解孔安国曰：昔正官之立分至其职，如日之有岁月也。注集解孔安国曰：各顺常。注二零集解孔安国曰：岁月无益，则百不成君臣。PG 853。无益，则政治民。注二一集解孔安国曰：贤臣显用，国家平民。注二二集解孔安国曰：心名相，故昔民为若心也。注二三集解马融曰：积心好风，必心好雨。注二四集解孔安国曰：日月之行，冬夏各有长度。注二五集解孔安国曰：月经于鸡则多风，离于闭则多雨。政教失常，以从民欲，亦所以乱。五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优好德，五曰考中命。六吉，一曰凶短折，二曰吉，三曰忧，四曰平，五曰恶，六曰弱。注集解政权曰：康宁平安。注集解孔安国曰：所好者得，福之道。注集解孔安国曰：各成其短长之命以自终，不横夭。注集解政权曰：为称曰凶，为官曰短，为婚曰折。所引为称，为毁耻也。应处反。注集解孔安国曰：恶丑陋也。注集解政权曰：愚懦不壮，亦曰弱。于是武王乃封箕子于朝鲜而不成也。注所引朝鲜二殷的殷水为名也。其后箕子朝周，过故殷墟，感公室毁坏，身何属箕子伤之，欲哭则不可，欲泣为其敬妇人，乃作麦秀之诗以歌咏之。其诗曰：麦秀渐渐兮，何属犹犹，比角同兮，不与我好兮。所谓角同者，昼也。因民闻之，皆为流涕。PG 854。注所引妇人之性多涕泣。注所引渐渐，麦芒之状，因子连反，又一字读。犹犹者，何属之苗光月貌。注集解杜预曰：梁国蒙献有箕子仪。
武王崩，陈王少，周公旦代行政当国。管蔡夷之，乃与武庚作乱，欲袭陈王周公。周公既成陈王命诛武庚，杀管叔，放蔡叔，乃命为子开代殷后，奉其先嗣，作为子之命以生之，国于宋。为子故能人贤，乃代武庚，故因之于民甚待爱之。注集解徐广曰：亦云欲袭陈周。注集解释本曰：宋更曰睢阳，为子开促，立其地也，是为为仲。为仲促，子宋公击立。宋公击促，子丁公生立。丁公生促，子敏公共立。敏公共促，弟阳公西立。阳公即位，敏公子父嗣是阳公而自立，曰：我当立，是为立公。立公促，子离公举立。注集解礼记曰：为子舍其孙徒而立衍也。郑玄曰：为子视子死，立其弟衍，因礼也。所引案家与为子弟仲，思明衍，亦明谢，似为子为宋公。虽迁爵易位，而班级不过其故，故以旧官为称。故二为虽为宋公，犹称为至于基，乃称宋公也。注所引乔周瑜为是，故名之。注集解徐广曰：父一座房，所引徐云一本座房，乔州一座房四据左氏，即敏公庶子也，是阳公。欲立太子扶父和，和让不受。离公十七年，周厉王出奔至。PG 八百五十五。二十八年，离公卒，子惠公则立。惠公四年，周宣王即位。三十年，惠公卒，子哀公立。哀熙元年卒，子代公立。注集解吕臣曰：则因古宪反。代公二十九年，周幽王为犬戎所杀，秦始列为诸侯。三十四年，代公卒，子武公司空立。武公生女为鲁惠公夫人，生鲁桓公。十八年，武公卒，子宣公立立。宣公有太子与仪。十九年，宣公病，让其弟和，曰：父死子继，兄死弟及，天下通义也，我其立何？何意三让而受之？宣公卒，弟和立，是为穆公。穆公九年病，召大司马孔父谓曰：先君宣公舍太子与仪而立我，我不敢忘，我死必立与仪也。孔父曰：余臣皆愿立公子封。穆公曰：吾立封，吾不可以复宣公。于是穆公使冯出居于朕。八月庚辰，穆公卒，兄宣公子与仪立，是为商公。君子闻之曰：宋宣公可谓之仁矣，立其弟以成义，然促其子复享之。商熙元年，魏公子周欲视其君王自立，欲得诸侯，始告于
宋曰：逢在朕，必为乱，可与我伐之。宋许之，与伐朕，至东门而还。二年，朕伐宋，以报东门之意。其后诸侯数来侵伐。九年，大司马孔父家妻好出，到遇太宰华都，都说目而观之。都立孔父妻，乃使人宣言国中曰：商公即位时年耳，而十一战，民苦不堪，皆孔父为之，我且杀孔父以宁民。是岁，鲁士齐军以攻。十年，华都攻杀孔父，取其妻。商公怒，遂弑商公，而荧幕公子冯于正而立之，是为庄公。PG 856。注籍解服前曰：代公之孙。注籍解服前曰：牧者，即是今不转也。注籍解甲回曰：一战，伐郑，为其东门；二战，取其和；三战，取诸田；四战，诸镇伐宋，入其服；五战，伐郑，为长阁；六战，郑以亡命伐宋；七战，鲁败宋师于坚；八战，宋未入郑；九战，伐代；十战，郑入宋；十一战，郑伯以国师大败宋。庄熙元年，华都为相。九年，执政之计重，要以力突为政君。计重许，尽力突。十九年，庄公卒，子敏公竭力。敏公七年，齐桓公即位。九年，宋水，鲁使臧文仲往吊水。敏公自罪曰：寡人已不能是鬼神，朕不修，故水。臧文仲善此言，此言乃公子子于教敏公也。注籍解甲回曰：问兄曰吊。十年夏，宋伐鲁，战于陈丘，鲁生鲁宋南宫万，宋人请万，万归宋。十一年秋，敏公与南宫万列，因伯征行，敏公怒，辱之曰：使无尽弱，今弱鲁鲁也。万有力，并此言，遂以局杀敏公于蒙泽。大夫仇穆闻之，以兵造宫门。万伯穆穆耻者门何死？因杀太宰华都，乃更立公子游为君。诸公子冠嚣，公子欲说冠伯。万帝南宫牛将兵为伯。东萧及宋之诸公子，共及杀南宫牛，是宋新君游而立敏公帝欲说，是为桓公。宋万冠臣，宋人请以禄臣，臣人使妇人饮之醇酒，以革果之归宋。宋人海万也。注籍解徐广曰：臣一座印阴暗。杜预曰：臣 PG 857。秋，鲁的。注籍解甲回曰：南宫是万民宋卿。注籍解甲回曰：蒙则宋则民也。杜预曰：宋的。梁国有蒙县。注籍解何修曰：何门善。注籍解服前曰：萧伯宋义也。
杜预曰：“金沛国有萧县，蒙县西北有国城也。”注集解符前曰：“宋万多利，永不可知，故先使妇人用，而饮之酒，醉而复之。”注集解左传曰：“以西革果之。”注集解符前曰：“海肉酱。”桓公二年，诸侯伐宋，至郊而去。三年，齐桓公始罢。二十三年，赢魏公子毁于齐，立之，是为魏文公。文公女弟为桓公夫人，秦穆公即位。三十年，桓公病，太子资甫让其庶兄穆仪为嗣。桓公议太子议，竟不听。三十一年春，桓公卒，太子资甫立，是为襄公，以其庶兄穆仪为相。魏葬，而齐桓公会诸侯于葵丘，襄公往会。襄公七年，宋的羽心如羽，羽羽胁下，六翼退飞，封吉也。注集解左传曰：“羽食于宋武，羽心也。”所引案七。十六年，左传：“羽食于宋武，羽心也。”六翼退飞，过宋都。是当宋襄公之时，坊内史书兴曰：“吉凶焉在？”对曰：“君将得诸侯而不忠也。”然庄七年传又云：“恒星不见，夜中星陨如雨，雨雨邪也。且雨雨邪下，自在别年，不与雨时退役之事同。此时与雨时为雨星，遂连恒星不见之时与雨邪为文，故与左传小不同也。”PG 858。注集解公羊传曰：“视之则六，察之则易，徐察之则退非。”注集解甲回曰：“风起于远，至宋都高而急，故易逢风却退。”八年，齐桓公卒，宋欲为盟会。十二年春，宋襄公为陆上之盟，以求诸侯于楚，楚人许之。公子穆仪谏曰：“小国争盟或也。”不听。秋，诸侯会宋公盟于虞。穆仪曰：“或，其在此乎？君欲以慎，何以堪之？”于是楚执宋襄公以伐宋都，会于伯以示宋公。子瑜曰：“或犹未也。”十三年夏，宋伐郑。子瑜曰：“或在此矣。”秋，楚伐宋以救郑，襄公将战。子瑜谏曰：“天之气伤久矣，不可。”冬，十一月，襄公与楚成王战于洪，楚人未济。穆仪曰：“彼昔我寡，及其未济及之。”公不听。以济未成，又曰：“可及。”公曰：“待其矣。”臣宋人及之，宋师大败，襄公伤骨，国人皆怨公。公曰：“君子不困人于恶，不鼓不成烈。”子瑜曰：“兵矣，胜为公，何尝言语？”
必如公言及奴士之耳。又贺战为注及解度预约路上宋帝汝应有原路线所以按汝应原路其地在楚西二十一年宋人楚人其人蒙于路上是也然襄公使求诸侯于楚楚才许之既为何至女婴路上今既因城市县北有路城盖此的也注及解度预约于宋帝注及解古梁传曰战于洪水之上注及解何修曰军法以古战以今止不古不战也不成列未成臣注及解徐广曰亦云上贺言语楚成王以救朕朕享之去而取朕二姬以归书瞻曰 PG 859成王无礼其不美乎唯礼促于无别有以知其不遂罢也著所引为郑夫人米氏姜氏之女既是郑女故云二姬著郑亦未娶郑二姬也是年晋公子仲耳过宋襄公以伤于楚欲得晋元后礼仲耳以马二十乘著及解服前约八十匹十四年夏襄公病伤于洪而晋卒子成公王成立著所引案春秋战于洪在西二十三年仲耳过宋及襄公卒在二十四年今此文以仲耳过与商鸿共岁故云是年又仲耳过与宋襄公卒共事一岁则不合更云十四年是晋退据不合于左氏盖太史公之书耳陈熙元年晋文公即位三年被楚蒙亲近以有德于文公也四年楚成王伐宋宋告急于晋五年晋文公救宋楚兵去九年晋文公卒十一年楚太子商臣是其父成王代立十六年秦穆公卒十七年陈公卒陈公帝欲杀太子及大司马公孙固而自立为君宋人共杀君欲而立陈公少子除旧是为昭公著正一年表云公孙固杀陈公著正一事本云宋庄公孙明固为大司马著正一年表云宋昭元年楚旧襄公之子徐广曰亦云陈公少子昭公四年宋败长平原思于长丘七年楚庄王即位 PG 860注及解鲁世家于宋武公之事或原思于长丘今云此时未详所引徐广曰鲁系家于宋武公之代或原思于长丘今云此时未详者春秋文公十一年鲁败敌于贤或长敌元思于长丘其系家惠公二年长敌来王子臣父公杀之此病取左传之说载于诸伯系家今考其年岁亦颇相携
而努系家。云武公，此云昭公，盖此昭当为武，然前代虽已有武公，此处就当亦是武也。若将不然，其下武系公子特为君，又何事昭乎？九年，昭公无道，国人不复。昭公帝报革贤而下士。先襄公夫人欲通于公子豹，不可，乃助之师于国，因大夫华原为幼师。昭公出猎，夫人王姬使为国公杀昭公处酒。帝报革立，是为文公。注集解徐广曰：亦无革字。注集解符前曰：襄公夫人，周襄王之解王姬也。不可，报不肯也。注正一师，二世版。襄夫人助公子报不失恩惠于国人也。注正一公子报因华元请得为幼师。华元代公无代孙，华都之曾孙也。文熙元年，晋律诸侯伐宋，则以弑君。文文公定立，乃去。二年，昭公子因文公母弟须以武谋代庄还之族为乱。文公进诛之，出武谋之族。注集解甲回曰：出主也。四年春，朕除命，除朕伐宋。宋使华元将朕败宋，求华元。华元之将战，杀羊以食事，其欲羊根不及，故愿驰入。PG 861。朕军故宋失败，得求华元。宋以兵车百乘文马四百匹赎华元，未进入，华元王归宋。注集解左传曰：欲扬真也。注集解甲回曰：文离文也。王肃曰：文马化马也。正义案文马者，装饰骑马四百匹，用千车百乘，一阵赎华元也。又云文马赤烈槁身，目如黄金。十四年，楚庄王为郑，郑国将楚，楚父视之。十六年，楚使过宋，宋有前仇，执楚使。九月，楚庄王为宋。十七年，楚以为宋五月不解，宋城中极无时，华元乃业。私见楚将子反，子反告庄王。王问城中何如，曰：昔鼓而吹，一子而食。庄王曰：臣哉言，我君亦有二日粮。以信故，遂罢兵去。注集解何休曰：昔破人鼓也。二十二年，文公卒，子贡公侠立，使厚葬。君子击华元部，臣矣。共公元年，华元善楚将子仲，又善晋将栾书，两盟晋楚。十三年，共公卒，华元为右师，于时为左师。司马唐山公杀太子肥，欲杀华元，华元冠晋，于时止之，至河乃还。诸唐山乃立共公少子臣，是为平公。
注集解黄览曰：华元一在陈留小黄县城北。注集解左传曰：于时冠楚。平公三年，楚共王伐宋之彭城，以封宋左师于时。四年，诸侯共诛于时，而归彭城于宋。三十五年，楚公子为弑其君子，立为陵王。四十四年，平公卒，子元公左立。PG 八百六十二。元公三年，楚公子弃疾弑陵王，自立为平王。八年，宋火。十年，元公无信，诈杀诸公子，大夫华向氏作乱。楚平王太子见来冠，见诸华氏相公乱，见去如阵。十五年，元公为鲁昭。公必既是居外，为之求入鲁，行道促，子景公投曼利。住所引因万。景公十六年，鲁阳虎来冠，以复去。二十五年，孔子过宋。宋司马桓追恶之，欲杀孔子，孔子为弗去。三十年，曹被宋。又被晋，宋伐曹，晋不救，遂灭曹有之。三十六年，齐田常弑简公。助正义宋景公灭曹在鲁哀公八年，周晋王三十三年也。三十七年，楚惠王灭陈，荧惑守心。心宋之分也也。景公忧之，思心子为曰：可疑于相。景公曰：相吾之古公。曰：可疑于民。景公曰：君者哉民。曰：可疑于岁。景公曰：岁饥民困，无谁为君。子为曰：天高听非，君有君人之言。三，荧惑已有动，于是后之，果喜三度。六十四年，景公卒。宋公子特攻杀太子而自立，是为昭公。昭公者，元公之曾庶孙也。昭公父公孙纠，纠父公子权。秦权秦即元公少子也。景公杀昭公父纠，故昭公愿杀太子而自立。注所引昭公也。左传作德。注所引按左传，景公无子，取元公庶曾孙公孙周之子德，即起处于公公。即景公卒，先立启，后立德，是为昭公。与此，权乖谓之太史公聚合而为此说。PG 八百六十三。注集解徐广曰：权应端。注所引左传明州。昭公四十七年卒，子道公苟有礼。道公八年卒，子修公田立。修公田二十三年卒，子辟公辟兵立。辟公三年卒，子梯臣立。梯臣四十一年，梯臣弟偃公袭梯臣，梯臣败奔齐，偃自立为宋君。注集解年表云：四十九年。所引构因古后反。注所引按纪年为十八年。注集解徐广曰：义云辟公兵。
所引案纪年作。桓侯必兵，则必兵是桓也。又庄子云：桓侯行，未出城门，其前驱乎辟，蒙人止之，后为狂也。司马彪云：乎辟，使人必道，蒙人以桓侯名辟，而前驱乎辟，故为狂也。注集解年表云：梯臣君也。所引王少案纪年云：宋义臣虚，废其君辟而自立也。君衍十一年，自立为王。东败齐，取吴城；南败楚，取地三百里；西败魏军，乃与其魏为邻国。甚且以为囊，献而射之，命曰射天。盈于九妇人，于臣见者辄射之。于是诸侯皆曰：节宋。宋其父为纣所为，不可不诛。告其伐宋。王衍历四十七年，齐闵王与魏楚伐宋，杀王衍，遂灭宋而三分其地。注所引《战国策》《吕氏春秋》皆以衍氏曰康王也。注所引晋太康的纪言其四节也。注集解年表云：衍历四十三年。PG 八百六十四。太史公曰：孔子称为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因有三人焉。春秋讥宋之乱，自宣公废太子而立立国矣。不宁者十世。襄公之时，修行仁义，欲为盟主。其大夫正考，复美之，故追悼契汤高宗，因所以心作商颂。襄公既败于鸿，而君子或以为多，商中国却礼义裸之也。宋襄之有礼让也。注集解何晏曰：仁者爱人。三人行义而同称仁者，何也？以其具在慵乱宁民也。夏侯玄曰：为子，仁之穷也。箕子比干，智之穷也。故或尽才而止，或尽心而留，皆其极也。至极，思君子之事矣。是以三人不同，而其归一回也。注集解公羊传曰：君子大居正，宋之或宣公为之也。注所引案春秋公羊有此说：左氏则无稽焉。注集解韩诗商宋章句亦美襄公。所引案裴英引韩诗商宋章句亦美襄公，非也。今按毛诗商宋序于正考赋于周之泰诗的商宋十二篇，以那为首。国语亦同此说，今无篇存，皆是商家祭祀乐章，非考赋追作也。又考赋左代武宣，则在襄公前且白许岁，安得数而美之？思谬说耳。注集解公羊传曰：君子大其不古不成列，临大事而不忘大礼，有君而无臣，以为虽文王之战亦不过此也。注所引襄公临大事不忘大礼，而君子或以为多，且伤中国之乱，却礼义之举，遂不加宋襄之圣德，
故太史公裸而述之，故云裸之也。所引述赞，因有三人为姬胄亲，一求无趣，不顾其身。宋美有客，书称作宾，促船疑似，或及疑轮，为众之后，是改钟情，目亦能让，实为之人。商鸿之意，有君无臣。演好 PG 865节颂天之音 PG 866史记卷39世家九姓世家晋唐叔虞者周武王子而成王帝初武王与叔虞误会时孟天谓武王曰余命女生子名余与女之堂即生子闻在其手曰余故遂因命之曰余著所引案太叔以孟及手闻而名曰余至成王朱堂之后因系萧同而封之叔字也故曰唐叔虞而唐有晋水至子谢改其国号曰晋侯然晋出封于唐故称晋唐叔虞也且唐本尧后封在下虚而都于鄂鄂今在大夏是也即成王灭唐之后乃分徙之于许隐之贤故春秋有唐成功是也即今之唐州也注集解左传曰亦将方生太叔伏前曰亦将武王后其太公女也武王崩成王立唐有乱周公诛灭唐成王与叔虞戏萧同夜为归以与叔虞曰以此封若使亦因请则日立书虞成王曰吾与之戏耳使亦曰天子无戏言言则使书之礼成之乐歌之于是遂封书于于唐唐在河汾之东方百里故曰唐叔虞姓姬氏字子虞著正义扩地志云故唐城在绛州翼城县西20里即 PG 867尧义子所封春秋云下孔甲时有尧苗裔流泪者以患龙氏孔甲夏后加之四世遇龙以更始为之后龙亦此死前海之以时夏后继而始求之聚而迁于鲁县夏后赵孟盖别封刘内之孙于大夏之虚为侯至周成王时唐人作乱成王灭之而封大叔更迁唐人子孙于杜谓之杜伯即范氏所云在周为唐杜氏按鲁县鲁州鲁山县市今随州枣阳县东南150里上唐乡故城即氏后子孙徙于唐注集解释本曰居鄂宋中曰鄂的今在大夏正义扩地至于故鄂城在慈州昌宁县东2里按与绛州夏县相近与都安邑故城在县东北15里故云在大夏也。
然封于河汾二水之东方百里，郑河在晋州平阳县，不河在鄂未详也。唐叔子燮是为晋侯，晋侯子宁族是为武侯，武侯之子夫人是为陈侯，陈侯子夫是为厉侯，厉侯之子依旧是为晋侯。晋侯以来年纪可推，自唐叔至晋侯五世无其年。属助镇义县先别反，扩地至于故唐城在并州晋阳县北二里，陈纪云遥住也。徐才宗国都陈纪云，唐叔虞之子。谢父喜居晋水报，今并礼故唐城。唐者即谢父所喜之处，其城南半入州城，中萧为防，城墙北半建在。毛师徒于疏于子谢父以尧须南有晋水，改曰晋侯。住所引系本作曼奇，乔州作曼奇也。住所引系本作福字。晋侯十七年，周厉王迷惑暴虐，国人作乱，厉王出奔于治。大臣秦政故曰共和。PG 八百六十八。助镇义厉王奔至，周召和其百姓行政，号曰共和。十八年，晋侯卒，子离侯司徒厉。离侯十四年，周宣王出厉。十八年，离侯卒，子献侯及厉。献侯十一年卒，子穆侯废王厉。住所引系本及乔州皆作苏，住所引邹旦本作浮生，或作闽王，并因密。穆侯四年，娶其女姜氏为夫人。七年，拔条，生太子仇。十年，拔千亩，有功，生少子，名曰陈师。晋人师服曰：义哉，君之命子也。太子曰仇，仇者仇也。少子曰陈师，陈师大号，陈之者也。名自命也，物自定也。今世庶民反逆，此后晋其能无乱乎？注及解度欲曰条晋地。注及解度欲曰西河界修县南有地名千亩。注及解度欲曰义取能成其西也。注及解甲回曰晋大夫。二十七年，穆侯卒，帝商叔自立，太子仇出奔。商叔三年，周宣王崩。四年，穆侯太子仇虑其徒袭商叔而立，是为文侯。文侯十年，周幽王无道，犬戎杀幽王，周东徙而秦襄公，始列为诸侯。三十五年，文侯仇卒，子昭侯伯立。昭侯元年，封文侯帝陈师于屈沃。屈沃亦大于邑，邑晋军都邑也。陈师封屈沃，号为桓叔。晋侯庶孙栾兵相还。叔桓叔是十年五十八矣，好德，晋国之息皆复焉。君子曰：晋之乱其在屈沃矣。
莫大于本而得民心，不乱何哉？住所引河东之县名，汉武帝改曰文喜也。PG 869。住所引一本晋都也，自孝侯以下一号一侯，平阳将一县，东一城市也。助正义士本云栾书兵父也。七年，晋大臣潘复视其君昭侯而迎屈沃还书，还书欲入晋，晋人发兵攻还书，还书败，还归屈沃。晋人共立昭侯子平为君，是为孝侯，诛潘复。孝侯八年，屈沃还书卒，子篡代还书，是为屈沃庄伯。孝侯十五年，屈沃庄伯弑其君晋孝侯于邑，晋人攻屈沃庄伯，庄伯复入屈沃，晋人复立孝侯子殿为君，是为恶侯。住所引因时战反，又因善，又因久。住所引系本作殿，而他本亦有作都。正义因秋，即反。恶侯二年，鲁隐公出力。恶侯六年卒，屈沃庄伯闻晋恶侯卒，乃兴兵伐晋。周平王。使国公将兵伐屈沃庄伯，庄伯走保屈沃。晋人共立恶侯子光，是为哀侯。哀侯二年，屈沃庄伯卒，子称代庄伯立，是为屈沃武公。哀侯六年，鲁弑其君尹公。哀侯八年，晋侵邢亭。邢亭与屈沃武公谋，九年伐晋于坟旁，鲁哀侯。晋人乃立哀侯子小，子为君，是为小子侯。助正义称，持正反。助即解甲回曰：亦难比一名。助正义白狼反，汾水之旁。注集解礼记曰：天子为除丧曰于小子，生民之此意。PG 870。民之政权曰：晋有小子侯，是取之天子也。小子元年，屈沃武功使韩万杀所鲁晋哀侯，屈沃亦强，晋无如之何。注集解甲回曰：韩万，屈沃还书之子，庄伯弟。晋小子之四年，屈沃武功又召晋小子杀之。周桓王使国众伐屈沃武功，武功入于屈沃，乃立晋哀侯弟名为晋侯。注正义马荣于周武王客商，封文王义武帝国众于下。仰晋侯明四年，宋执政继重而立突为政君。晋侯十九年，其人管制复视其君相公。晋侯二十八年，齐桓公始罢。屈沃武功伐晋侯明，灭之。晋以其宝器禄献于周黎王，黎王命屈沃武功为晋君，列为诸侯。于是晋并晋的而有之。屈沃武功已即位三十七年矣，更号曰晋武功。晋武功始都。晋国遣即位屈沃，通年三十八年。武功称者，先晋穆侯曾孙也，屈沃还叔孙也。还叔者，始封屈沃。
武功庄伯子也。自桓叔出封屈沃以至武功灭尽也。凡六十七岁而卒殆尽为诸侯。武功殆尽二岁卒。与屈沃通年即位凡三十九年而卒。子献公鬼朱立。著所引进有两穆侯言先以别后也。献熙元年周惠王帝颓公惠王，惠王出奔居政之利益。PG 871。著所以立正义今河南阳狄氏也。故政之时亦有利有。华也。五年伐黎戎的离基离基地据爱信之。注集解为昭曰：西戎之别在骊山也。八年是伪说公曰：故晋之于公子多不诛乱且起，乃使晋杀诸公子而臣惧都之，命曰将，使都将。九年晋于公子既亡奔国，国以其故再伐晋弗克。十年晋欲伐国，是伪曰：且待其乱。注集解贾逵曰：是伪晋大夫。注集解贾逵曰：惧晋矣。注所引春秋庄二十六年传是伪丞相是也。杜预曰：今平阳将易县。应少曰：将水出西南也。十二年离姬生西岐。献公有意废太子，乃曰：屈沃无先祖宗庙所在，而不边秦屈边敌，不使诸子居之，我惧焉。于是使太子深深居屈沃，公子重耳居仆，公子宜无居屈。献公与离姬子奚齐居将。晋国以此之太子不立也。太子深深齐母齐桓公与也，曰齐将早死。深深同母女弟为秦穆公夫人。重耳母狄之胡氏女也。宜无母重耳母女弟也。献公子八人。而太子深深重耳宜无皆有贤心。即的离姬乃远此三子。注集解为昭曰：蒲今蒲坂区北区皆在河东。杜预曰：蒲今平阳蒲子县是也。十六年晋献公作二军。公将上军，太子深深将下军。赵肃玉荣必万为右伐灭霍灭魏灭耿。还为太子臣。屈沃赐赵肃耿赐毕万位以为大夫。是伪曰：太子不得。PG 872。立义。分之都城而未以亲先为之急又安得立。不。如逃之无使罪至。为吾太伯不亦可乎？犹有令名。太子不从。伯偃曰：必万之后必大。万盈数也，谓大名也。以是史上天开之矣。天子曰兆民，诸侯曰万民。今命之大以从盈数，其必有息。初必万不事于晋国。欲屯之彼。心料战之曰：吉。屯固彼入，即孰大焉。其后必翻昌。
注集解左传曰：王使国公命屈沃伯引义军为晋侯，今使为二军。注集解符前曰：三国皆姬姓，未在晋之徒反河东也。杜预曰：平阳皮氏县东南有耿乡，永安县东北有霍泰山也。所引案：永安县西南本水西有霍城，古霍国有霍水，出霍泰山。地理至河东河北县，古魏国的记忆以为然。符前云在蒲坂，非也。的记又曰：皮氏县汾水南耿城，是故耿国也。注集解符前曰：亦有先君之主曰都。注集解甲回曰：魏江夏君也。注集解符前曰：言其路未及尽于此也。注集解王素曰：太伯之天命在王纪，奔无不返。注集解王素曰：虽去犹可有令名，何与其坐而即祸也。注集解甲回曰：卜也，晋长卜大夫郭也。注集解符前曰：树从一至万为满，未遇威，威高大也。注集解符前曰：以未赏必万，是为天开其福。注集解杜预曰：以未从万，有希多之象。注集解甲回曰：震下坎上屯，坤下坎上比，屯出九变。 PG 873之笔。注集解甲回曰：新料晋大夫。注集解杜预曰：屯险难也，所以为坚固。彼亲密，所以得入。十七年，晋侯使太子申申伐东山。李克见献公曰：太子奉仪祀社稷之资甚，以昭系事君善者也，故曰仪子。君行则守，有守则从，从曰辅君，守曰监国，古之至也。夫律师专行谋也，是君旅，君与国政之所图也，非太子之事也。师在致命而已，秉命则不威，专命则不孝，故君之四事不可以率师。君师其官，律师不威，将安用之？一。一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太子谁立。李克不对而退，见太子。太子曰：吾其废乎？李克曰：太子免之，教矣。君旅不共事具，何故废乎？且子惧不孝，吾惧不得立。修己而不责人，则免于难。太子率师，公一之偏一，配之精绝。李克谢病，不从太子。太子遂伐东山。注集解甲回曰：东山赤敌别种。注集解甲回曰：李克近亲李绩也。注集解符前曰：除善以时。注集解符前曰：有待太子守则从之。注集解符前曰：助君抚循军事。注集解杜预曰：律师者必专谋军事。注集解杜预曰：宣号令。注集解甲回曰：国政，政轻也。注集解杜预曰：命，将军所至。
注集解度喻曰：太子统师，是师其官也。注集解度喻曰：专命则不孝，是为师必不威也。PG 874。注集解甲魁曰：将下军。注集解服前曰：不得利己也。注集解服前曰：偏独之一，偏异色，薄不纯，独在中。左右异，故曰偏一。杜预曰：偏一左右异色，其半似公服。为昭曰：偏半也。分身之半以受太子。正义上一去。身下一如字。注集解服前曰：以今为绝也。为昭曰：今绝兵要也。正义绝应绝。十九年，献公曰：使吾先君庄国，武功之诸尽乱而国。常助尽伐我，又亦尽王公子，果为乱。伏诸后以子孙忧。乃时寻其以驱产之臣假道于鱼。于假道遂伐国，取其下阳以归。注正义言国助尽伐屈沃也。注集解和修曰：驱产出名马之地，臣备四也。注集解甲魁曰：鱼在晋南，国在于南。注集解服前曰：下阳国邑也，在大洋东北三十里。古梁传曰：下阳于国之塞邑。献公思谓骊姬曰：吾欲废太子，以奚其代之？骊姬泣曰：太子之立，诸侯皆以知之，而数将兵，百姓附之，奈何？以见妾之故废势力数，君必行之，妾自杀也。骊姬强欲太子，而因令人憎恶太子，而欲立其子。二十一年，骊姬谓太子曰：君梦见其将，太子速即驱卧，归离于君。太子于是祭其母其将于屈沃，上其剑坐于献公。献公时出猎，置坐于宫中。骊姬使人置毒药坐中，居二日。献公从猎来还，宰人上坐献公，献公欲享之。骊姬从旁止之，曰：坐所从来远，一视之。记得的 PG 875。焚与犬，犬死；与小臣，小臣死。骊姬泣曰：太子何忍也？其父而欲，世代之，况他人乎？且君老矣，但目之人曾不能呆而欲视之。谓献公曰：太子所以然者，不过以妾及奚齐之故。妾愿子母辟之他国，若早自杀，无徒使母子为太子所鱼肉也。使君欲废之，妾犹恨之，至于今，妾殊自失于此。太子闻之，分心臣。献公怒，乃诛其父杜元款。或谓太子曰：为此药者乃骊姬也，太子何不自辞明之？太子曰：吾君老矣，非骊姬，寝不安，食不甘，即辞之，君且怒之不可。或谓太子曰：可奔他国。太子曰：被此恶名已出，
人谁内我？我自杀耳。十二，月勿深，深深自杀于星辰。注及解符前曰：其将庙所在。注所引左传于六日不同。注及解为昭曰：将引先祭，是有先也。分起也。注及解为昭曰：小臣官民长阴事，今焉是也。注所引太子之行如此，且前见君欲废而恨之，今乃自矣。恨为师也。注及解为昭曰：星辰屈沃也，心为太子臣。注所引国语云：深深乃至今于星辰庙，为昭于屈沃也，心为太子臣，故曰星辰。此时众耳已无来朝。人或告离姬曰：二公子愿离姬赠杀太子。离姬恐，因赠二公子，深深之要作，二公子知之。二子闻之，恐众耳走仆，宜无走屈，保其臣，自备守。初，献公使侍卫为二公子助仆，屈臣服就。宜无以告公，公怒。PG 876。侍卫，侍卫谢曰：边臣少寇，安用之？退而歌曰：胡求蒙荣，一国三公，无谁侍从。促旧臣，即生生死，二子亦归保其臣。助正义伟为鬼犯，为与伟犯。助及解服前曰：蒙荣以言乱冒，三公言君与二公子将敌，故不知所从。二十二年，献公怒二子不辞而去，果有谋矣，乃使兵伐仆。仆人之患者伯堤命众耳促自杀，众耳于原，患者追斩其衣躯，众耳遂奔敌，使人伐屈，屈臣守不可下。助正义伯白眉反，堤都提反，为昭云伯楚四人披之字也，于文公时为伯堤也。注及解服前曰：屈妹也，是岁也，竟复假道于余以伐国。余之大夫公之其见于君曰：竟不可假道也，是且灭余。余君曰：敬我同姓，不宜伐我。公之其曰：太伯于众，太望之子也，太伯亡去，是以不嗣。国仲国叔王季之子也，为文王亲氏，其季勋在。王氏葬于蒙府。将国氏灭，何爱于余？且余之亲门亲于桓，庄之族乎？桓庄之族何罪？尽灭之。余之与国，淳之与齿。淳王则齿寒，余公不听，遂许晋。公知其以其族去于其东，晋灭国，国公丑分周。还其灭于鲁余公及其大夫景伯百。李希以应秦穆姬而修于寺，寻其千囊所遗于屈产之臣。马奉之献公，献公笑曰：马则无马，使亦老矣。注及解度欲曰：蒙府，斯蒙之官也。
著集解黄览曰：国公宜在河内温县郭东，济水南大宜。PG 877。是也。其城南有国公台。著镇义南雍州纪云：百里西宋景伯，宛人也。著集解杜预曰：木屐，献公女。宋女曰：应，以屈如之。著集解符前曰：予所祭祀，命祀也。著集解公羊传曰：盖戏之也。何修曰：以马食戏，欲寻其之年老也。二十三年，献公遂发贾华等伐屈，屈溃，夷吾将分敌。季瑞曰：不可，众耳已在矣，今往晋必移兵伐敌，敌畏晋，或且急，不如走梁，梁尽于秦，秦强，吴军百岁后可以求入燕。遂奔梁。二十五年，晋伐敌，敌以众耳故，亦及晋于聂桑，晋兵解而去。著集解贾逵曰：贾华，晋右行大夫。著镇义名陶其上曰：会。著集解为昭曰：季瑞，晋大夫。著集解左传作采桑符前曰：敌的。所引裴氏云：左传作采桑。按今平阳区南七十里河水有采桑经，是晋晋符前云敌的，亦颇相近。然自作聂桑，聂桑谓的，恐非也。当此时，晋强，西有河西，与秦接近，北边敌，东至河内。著所引河内，河曲也。内因锐，离基地深道子。著所引左传作桌子，因尺角反。帝女帝也。二十六年夏，齐桓公大会诸侯于葵丘。晋献公病，行后。PG 878。未至，冯州之宰孔。宰孔曰：齐桓公一交，不务德而务远略。诸侯扶贫。君地无惠，无如晋和。献公亦病，复还归。病甚，乃谓荀其曰：吾以奚齐为后，年少，诸大臣不服，恐乱。岂子能立之乎？荀其曰：能。献公曰：何以为也？对曰：使死者复生，生者不眠，为之宴。于是遂属奚齐于荀齐。荀齐为乡，主国政。秋九月，献公卒。李克批镇狱内众耳，以三公子之徒作乱，谓荀齐曰：三怨将起。秦晋辅之，子将何如？荀齐曰：吾不可复先君言。十月，李克杀奚齐于丧次，献公未葬也。荀齐将死之，或曰不如。立奚齐弟道子而复之，荀齐立道子而葬献公。十一月，李克逝。道子于朝，荀齐死之。君子曰：师所谓白圭之变，犹可摩也；斯言之变，不可为也。其荀齐之谓乎？不复其言。初，献公将伐黎戎，
否曰：齿牙为祸，即破离容，或离积爱之，竟以乱境。著正义在曹州考城县东南一里。著所引地但也。著所引为徐其受功命而立西齐，虽复生死，不被生食之。命是死者复生也。著所引延生者见徐其不被君命而死，不为之休眠也。著即解甲回曰：披正晋大夫。三公子生生重耳，宜无也。著即解列女传曰：鞭杀离姬于市。著即解杜预曰：失大雅，言此言之辩难至胜于白圭。著即解为昭曰：齿牙，为赵端左右信彻有四齿牙，中有纵化，以象谗言之为害也。李克等以杀西齐，道子使人迎公子重耳于离，欲立之。PG 879。重耳谢曰：父父之命出奔，父死不得休人子之礼事丧。重耳何敢入？大夫其更立他子。还报李克，李克使迎宜无余粮。宜无欲往，吕审细锐曰：内犹 有公子可立者，而外求难信。既非之情，辅强国之威已入，恐为乃使细锐后入秦。曰曰：急得入，请以尽河西之地与秦。即以李克书曰：臣得力，请遂封子于汾阳之邑。秦谋公乃发兵送夷吾于晋。齐桓公闻晋内乱，亦律诸侯入晋。秦兵与夷吾亦至晋，其乃使席鹏会秦聚入夷吾，立为晋君，是为惠公。齐桓公至晋之高梁而还归。著正义国语云：李克即披正使徒案移告公子重耳于离，曰：国乱民扰，得国在乱，治民在扰，子何入乎？著正义父应配。著正义审应审。杜预曰：姓侠吕，名宜生，字子荆。著正义变臣子，即季瑞。著即解甲回曰：汾水名汾阳，晋的也。所引案国语，命李克汾阳之田百万，命披正以赴蔡之田七十万。今此不言，亦其疏略也。惠公宜吾元年，使披正谢秦曰：使宜吾以河西的许君。今幸得入吏。大臣曰：帝者先君之地，君王在外，何以得善许秦者？寡人真知弗能得，故谢秦。亦不与李克汾阳邑，而夺之权。四月，周襄王使周公祭父，会齐，秦大夫共礼敬惠公。惠公以重耳在外，为李克为辩。赐李克死。谓曰：唯李子寡人不得立。虽然，子亦杀二君一。大夫为子君者，不亦难乎？李克对曰：不有所废，君何以心欲诛之？其无辞乎？乃言为此，臣闻命矣。遂伏剑而。PG 880。死。
于是披正使谢秦未还，故不及难。注籍解甲回曰：周卿氏。注籍解夫前曰：西岐道子寻袭也。晋军改葬公太子申生。秋，胡突之下国，欲申生。申生与宰而告之曰：夷吾无礼，余得请于地，将以敬与秦。秦将四余。胡突对曰：臣闻神不识非其宗，君其四无乃绝乎？君其徒之。申生曰：诺，吾将复请帝。后十日，新城西偏将有污者见我焉，许之，遂不见。及其而往，复见申生，告之曰：帝许伐有罪矣，必于韩。而乃遥曰：公太子更葬矣，后十四年，晋亦不昌。昌乃在兄。注籍解为昭曰：献公时申生葬不如礼，故改葬之。注籍解服前曰：晋所灭国以为下邑，亦曰屈沃有宗庙，故谓之国，在将下，故曰下国也。注籍解杜预曰：忽如梦而相见。胡突本为申生欲，故复使登车。注籍解服前曰：帝，天地请罚有罪。注籍解左传曰：七日。注籍解杜预曰：将阴屋已见。注籍解杜预曰：胡突许其言，申生之相一枚。注籍解甲回曰：必败也。韩，晋韩元。注所以艮作也。艮丧未改丧。延后十四年，晋不昌。披正使秦，闻李克诸，乃说秦谋攻曰：吕沈戏称季瑞时为不从。若众路与谋出晋军，入众耳，势必救。秦谋攻许之，使人与归报晋，后路三子。三子曰：必后言干。PG 881。此必披正卖我于秦。遂杀披正及李克，披正之党妻于大夫。披正子报奔秦，言伐晋，谋攻弗听。注所引左传作吕申。注籍解杜预曰：三子，晋大夫不从，不与秦路也。所引吕申，便称季瑞三子，晋大夫。注籍解为昭曰：其余申生下君之西大夫也。杜预曰：侯伯七命，复车七胜，惠公之力，被秦帝及李克诛其余大夫，国人不复。二年，周使赵公过李晋惠公，惠公李惧，赵公击之。注籍解为昭曰：赵武公为王卿氏。注所引未受欲堕也。是建熙十一年。四年，晋击启敌于秦。谋公问百里奚，百里奚曰：天资流行，国家代有，旧资续邻，国之道也。与之。披正子报曰：伐之。谋公曰：其君是恶，其民何罪？卒与素自庸属将。注籍解服前曰：秦大夫。五年，秦击请敌于晋。
晋军谋之，庆政曰：“以秦的利以而备其地曰：“晋击而秦待我，今秦击请敌，与之何宜？”而谋之。国舍曰：“往年天以晋赐秦，秦服之取而待我。今天以秦赐晋，晋其可以逆天乎？”遂伐之。惠公用国舍谋，不与秦素而发兵且伐秦。秦大怒，亦发兵伐晋。注集解杜预曰：“庆政晋大夫。”PG 882。注集解服前曰：“国舍惠公救。”六年春，秦谋攻将兵伐晋。晋惠公谓庆政曰：“秦失身矣，奈何？”政曰：“秦内军，军废其路，晋击秦叔宿，秦击而晋废之，乃欲因其击伐之，其身不亦宜乎？”晋卜欲诱，庆政皆急。公曰：“朕不孙，乃更令不阳玉容加浮屠为诱晋兵。”九月，壬戌，秦谋攻晋惠公合战韩原，惠公马至不行，秦兵至，公窘，召庆政为御。政曰：“不用过，败不亦当乎？”遂去。更令梁纣迷御，国舍为右，入秦谋攻。谋攻壮士冒败，晋军败，遂失秦谋攻，反获晋攻以归。秦将以祀上帝。晋军解为谋攻夫人，衰别涕泣。公曰：“得晋侯将以为乐，今乃如此。且吾闻箕子见唐书之出封，曰：其后必当大矣，晋庸可灭乎？”乃与晋侯盟王，臣而许之归。晋侯亦使吕沈等报国人曰：“孤虽得归，无面。目见社稷，否日立子语。”晋人闻之，皆哭。秦谋公问吕沈：“晋国何乎？”对曰：“不和。小人惧失君王亲，不但立子语。”曰：“必报仇，宁是戎狄。其君子则爱君而知罪，以待其命。”曰：“必报德。有此二故，不和。”于是秦谋公更舍晋惠公，愧之其劳。十一月，归晋侯。晋侯治国，诸庆政，修政教。谋曰：“种尔在外，诸侯多立内之，欲使人杀众尔于敌。众尔闻之，如其注集解为昭曰：“申入晋。”亦曰：“申有种。”注集解服前曰：“孙舜。”注集解服前曰：“二子晋大夫也。”注所引在冯邑下阳北二十里，今之韩城县市。PG 883。注所引至阴竹二反，为马众而陷之于泥。注正义为昭于梁由弥大夫也。注集解服前曰：“鹿引也。”所引鹿因无驾反，邹旦因无而反。注集解杜预曰：“冯邑临晋县东有王城。”助正义军惠公也。清
父母也。言惧失君国乱，恐亡。父母不但立子与也。助朕一小人言立子与为君之后，必报秦。终不是秦宁。是戎狄耳。助朕一愧因愧。一牛一羊一使为一劳。八年，使太子与执秦。初，惠公王在梁，梁伯以其女妻之，生一男一女。梁伯卜之，男为人臣，女为人妾，故名男为女，女为妾。助朕一直因至。助及解服前曰：与人长养马臣之见者，不聘曰妾。十年，秦灭梁。梁伯好土沟，至陈沟，名立霸苑。其悉数相惊，曰：秦寇至，民恐祸，秦尽灭之。助即解甲回曰：沟欠也。助朕亦罢阴皮。十三年，晋惠公病，内有庶子。太子与曰：吾母家在梁。梁今秦灭之，我外亲于秦，而内无援于国。君即不起，并待扶亲，更立他公子，乃谋与其妻俱王归。秦女曰：子一国太子，汝在此。秦使必子事，以故子之心。子亡矣，我不从子，亦不敢言。子与遂王归晋。十四 ，PG 八百八十四。年九月，惠公卒，太子与立，是为怀公。助及解服前曰：屈礼曰，是父以下自称婢子。婢子，妇人之卑称。子与之亡，秦怨之，乃求公子重耳，欲内之。子与之立，为秦之法也。乃令国中诸从众耳亡者与其，其尽不道者尽灭其家。胡突之子毛吉衍从众耳在秦，弗肯召。怀公怒，求胡突。突曰：臣子是众耳有年数矣，今召之，是教之反君也，何以教之？怀公促杀胡突。秦谋公乃发兵送内众耳，使人告完，系之党为内应，杀怀公于高梁，入众耳。众耳立，是为文公。助朕亦鸾之，殿胡之属也。晋文公重耳，晋献公之子也。自少好事，年十七，有贤事。五人曰赵衰，胡衍就范，文公就也，贾佗、先轸为五子。自献公为太子时，重耳故已成人矣。献公即位，重耳年二十一。献公十三年，以离姬故，重耳被胡臣守秦。献公二十一年，献公杀太子申生，离姬缠之，恐不辞献公而守胡臣。献公二十二年，献公使患者吕低去杀仲耳，仲耳于原，患者逐斩其衣躯，仲耳遂奔狄。狄其母国也。是时仲耳年四十三。从此五世，其余不明者数十人，至狄。著所引及左传之伯狄，亦曰四人披也。狄伐旧儒，得二女，
以长女妻重耳，身薄条，疏流以少女妻赵衰，身钝。居敌五岁而进献公卒，李克以杀西齐，道子乃使人迎，欲立重耳。重耳未杀，因故谢，不敢入。以而进更迎其弟夷吾。PG 885。立之，是为惠公。惠公七年，为重耳，乃使患者与低与壮士欲杀重耳。重耳闻之，乃谋赵衰等曰：“使无分敌，非以为可用。欲以静一通，故且修足。修足久矣，故愿喜之大国。”夫其桓公好善，志在霸王，收续诸侯。今闻管仲、奚彭死，此亦欲得先左，何往乎？于是遂行。仲耳谓其妻曰：“待我二十五年不来，乃嫁。”其妻笑曰：“况二十五年，无疑上国大矣。”虽然，妾呆。子仲耳居敌凡十二年而去。注集解甲魁曰：“赤敌之别，魁姓。所引赤敌之别种也，魁姓也。”就因高邹旦本作屈如，又云或作求。注正一直流反。注所引左传于伐色就如，或其二女以书魁妻赵衰，身顿，公子取季魁，身薄条，疏流，则疏魁长而季魁少，乃不同也。注所引语音于朱本或为心心起也，非敌可用，心起故分之也。注所引况有彼也。注正义度欲云：“言将死入物也，不复成嫁也。”过谓魏文公不理。去过五路，饥而从野人乞食也。人甚吐气中尽之。仲耳怒。赵衰曰：“土者，有土也，君其败受之。”注集解甲魁曰：“未定。”杜预曰：“今魏县西北有地，名五路，阳平原城县东亦有五路。” PG 886。至齐，齐桓公厚礼，而以宗女妻之，有马二十乘，仲耳安之。仲耳至齐二岁而桓公卒，会数刀等为内乱，齐孝公之立。诸侯兵数至，留其凡五岁。仲耳爱其女，无去心。赵衰就范，乃于桑下谋行。其女侍者在桑上闻之，以告其主。其主乃杀侍者，劝仲耳去行。仲耳曰：“人生安乐，孰知其他，必死于此，不能去。”其女曰：“子一国公子，穷而来此，数世者，以子为命。子不及反国，报劳臣，而怀女德，妾为子修之，且不求何时的功。”乃与赵衰等谋，罪重耳，宰以刑。行远而绝，重耳大怒，引戈欲杀就范。就范曰：“杀臣臣子，言之怨也。”重耳曰：“事不成，我食就是之肉。”
就犯曰：“是不臣犯肉心骚，何足食？”乃至遂行。注及解服前曰：“惧孝公怒，故杀之以灭口。”注及解徐广曰：“亦云，人生一世，必死于此。”过曹，曹共公不礼，欲观众而骈邪。曹大夫离父姬曰：“晋公子贤又同姓，穷来过我，奈何不礼？”共公不从其谋。父姬乃思一众耳食，致毙其下。众耳受其食，还其毙。去，过宋。宋襄公心困兵于楚，伤于洪，闻众耳贤，乃与国礼礼于众耳。宋司马公孙固善于就范曰：“宋小国心困，不足以求入，更知大国，乃去。著所引以国君之礼礼之也。”过郑，郑文公服礼。郑书瞻见其君曰：“晋公子贤而其从者皆国乡，且又同姓。郑之出自厉王，而晋之出自武王。”郑君曰：“诸侯王公子过此者兮，安可敬礼？”书瞻曰：“君不礼，不如杀之，且后为国患。”郑君不听。 PG 887。众耳去之楚，楚成王以示诸侯礼待之，众耳谢不敢当。赵衰曰：“子王在外十余年，小国亲子，况大国乎？今楚大国而故欲子，子其无让，此天开子也。”遂以客礼见之。成王后欲众耳，众耳甚悲。成王曰：“子即反国，何以报寡人？”众耳曰：“羽毛尺角玉帛，君王所余，未知所以报。”王曰：“虽然，何以报不古？”众耳曰：“即不得已，与君王矣。”兵车会平原广泽，请辟王三舍。楚将子欲怒曰：“王欲进，公子至后，今众耳言不遵，请杀之。”成王曰：“晋公子贤而困于外久，从者皆国戚，此天所至，庸可杀乎？且言何以易之？”居楚数月，而晋太子与王秦，秦怨之，闻众耳在楚，乃召之。成王曰：“楚远，更属国乃至晋，秦晋皆晋，秦君贤，子其免。”行，后送众耳。著所引是因敌。注及解甲回曰：“司马法从遁不过三舍。三舍，九十里也。”注所引子欲请杀众耳，楚成王不许，言人出言不可轻易之。众耳至秦，谋攻以宗与五人妻众耳，故子与妻与往。众耳不欲受，司空季子曰：“其国且拔，况其故妻乎？且受以节。”秦亲而求入，子乃居小礼，望大扯乎？遂受。谋公大欢，与众耳饮。赵衰歌属苗师。谋公曰：“知子欲及反国矣。”赵衰与众耳下，再拜曰：“孤臣之养君，如百谷之忘食矣。
是时晋惠公十四年秋，惠公以九月卒，子于立。十一月葬惠公。十二月，晋国代子栾、系等闻仲耳在秦，皆因来劝仲耳。PG 八百八十八。赵衰等反国，为内应甚息。于是秦谋公乃发兵与仲耳归晋。晋闻秦兵来，亦发兵拒之。然皆因之公子仲耳入也，为惠公之故。贵臣吕系之属不欲立仲耳。仲耳出王凡十九岁而得入，时年六十二矣，晋人多复焉。著籍解服前曰：虚臣就计也。著籍解为昭曰：诗云，蓬蓬属苗，阴雨高之。著正义履生，细锐也。文熙元年春，秦送仲耳至河。就范曰：臣从军周旋天下，过亦多矣。臣犹知之，况于君乎？请从此去矣。仲耳曰：若反国，所不与子范共者，何伯视之？乃投毕河中，以与子范盟。是时介子推从，在船中，乃笑曰：天时开公子，而子范以为己功而要事于君，故足羞也。吾不忍与同位，乃自引渡河。秦兵为令狐，进军于卢柳。二月辛丑，就范与秦晋大夫盟于寻。人迎仲耳入于晋师，丙午入于屈沃。丁未，朝于武功，即位为晋军，是为文公。于臣皆往。怀公与奔高梁。戊申，使人杀怀公。著所引是由见也。著籍解为昭曰：卢柳，晋的也。著籍解杜预曰：解县西北有寻臣。所引殷寻，即闻王之子所封，又殷桓。著籍解贾逵曰：文公之祖武公庙也。怀公故大臣吕审、细锐本不附文公，文公立恐诛，乃欲与其图谋烧公公，杀文公。文公不知。使常欲杀文公患者吕低，知其谋，欲以告文公，解前罪，求见文公。文公不见，使人让。PG 八百八十九。曰：仆臣之事，女斩与屈。其后我从敌军列，女为惠公来求，杀我。惠公与女齐三日至，而女一日至，何素也？女齐念之。患者曰：臣刀具之余，不敢以二心事君被主，故得罪于君。君以反国，其无仆敌乎？且管仲射钩，还公以罢。今行于之人以事告而君不见，或又且及矣。于是见之，遂以吕、系等告文公。文公欲召吕、系、吕、系等党多，文公恐出入国，国人卖己，乃为为行贿。秦谋公于王臣，国人莫之。三月己丑，吕、系等果反，焚公。公不得文公。
文公之谓屠与战，吕系等引兵欲分秦谋攻，又吕系等杀之和尚，晋国父而文公的归下，迎夫人于秦。秦所与文公妻者促为夫人，秦送三千人为魏，以备晋乱。著所引杜预云：冯翊临晋县东有故王城，今名武乡城。文公修镇，施惠百姓，赏从王者及功臣，大者封邑，小者尊爵。魏晋行赏，周襄王以地代南出居镇的来告急晋。晋出定，欲发兵，恐他乱起，是以赏从王位置引者介自推，推亦不言路，路亦不及。推曰：献公子九人，为君在矣。会怀无亲，外内弃之，天未绝境，必将有主，主尽四者，非君而谁？天时开之，二三子以为吉利，不亦呜呼？窃人之财，犹曰是道，况贪天之功以为己利乎？下冒其罪，上赏其奸，上下相蒙，难与处矣。其母曰：何意求之？以死谁对？推曰：由而笑之，罪有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禄。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对曰：言身之文也，身欲隐，安用闻之？闻之是求显也。其母曰：能如此乎？与女偕隐，至死不复见。 PG 890。注及解服前曰：蒙妻也。介自推从者怜之，乃悬书宫门曰：龙欲上天，五蛇为辅。龙以身于四蛇各入其羽，一蛇独怨，终不见处所。文公出见其书曰：此介自推也。吴方幽王室未图其功，使人召之，则亡。遂求所在，闻其入挠上山中，于是文公还挠上山中而封之，以为介推田，号曰介山，以计无过，且今善人。著所引龙欲众耳，五蛇及五臣，五眼照衰位五子，司空季子及子推也。就云五臣有先枕颠邪，惊恐二人非其数。注及解甲回曰：挠上禁地。杜预曰：西河介休，县南有地名挠上。注及解徐广曰：一座国。注及解甲回曰：今表也。从王建成胡书曰：君三行赏，赏不及臣，敢请罪。问公报曰：夫导我以仁义，防我以德惠，此受上赏；辅我以行，促以成立，此受次赏。矢石之难，汗马之劳，此复受次赏。若以利是我而无补无缺者，此复受次赏。三赏之后，故且及。子晋人闻之，皆说。二年春，秦军和尚将入王，赵衰曰：求霸莫如入王。尊周，周晋同姓，晋不先入王，后秦入之，无以令于天下。
方，今尊王敬之资也。三月甲辰，晋乃发兵至杨樊，为温入襄王于州。四月，杀王毕代。周襄王赐晋河内杨樊之地，住所以晋的也。注及解服前曰：杨樊，周地。杨，一名也，樊仲山之。PG 891。所居，故曰杨樊。四年，楚成王及诸侯为宋，宋公孙务如晋告急。先诊曰：报师定罢，于今在矣。胡衍曰：楚兴得曹而出昏于魏，若伐曹魏，楚必救之，则宋免矣。于是晋作三军。赵衰举系胡将中军，系真左之，使胡衍将上军，胡毛左之，命赵衰为卿，栾之将下军。先诊左之，荀林赴玉容，魏灿为右，往伐。冬十二月，晋兵先下山东，而以援封赵衰。注及解杜预曰：报宋赠马之师。注及解王肃曰：使复陈国之礼，半周君也。注及解贾逵曰：栾之，栾兵之孙。注正义灿，昌有反，又因守。注及解杜预曰：河内沁水县西北有元城。五年春，晋文公欲伐曹，假道于魏，魏人弗许。还自河南。杜清曹伐魏。正月，取五路。二月，晋侯齐侯盟于敛舆。魏侯请盟晋，晋人不许。魏侯欲与楚，国人不欲，故出齐军。以说晋。魏侯居襄牛，公子买守卫。楚就卫不促。晋侯为曹。三月丙午，晋师入曹，数之以其不用糜妇姬言，而用美女陈宣者三百人也。令君无入西妇姬宗家以报德。楚为宋，宋复告及晋。文公欲救则攻楚，为楚常有德，不欲伐也，欲事宋。宋又常有德于晋，患之。先诊曰：执曹伯，分曹魏的矣。与宋、楚及曹魏，其事一事宋。于是文公从之，而楚成。王乃引兵归。注及解杜预曰：魏的也。注及解服前曰：魏的也。PG 892。注及解徐广曰：宜作甚。注所引晋若攻楚，则伤楚子宋其入秦之德，又欲事宋不就，乃亏宋公赠马之惠。进退有难，是以患之。注所引楚出的曹，又新婚于魏，今晋执曹伯分曹魏之的与宋，则楚及曹魏，其事一事宋。楚将子玉曰：王欲晋之后，今知楚及曹魏而故伐之，是亲王。王曰：晋侯王在外十九年，困日久矣，果得反国，险恶尽知之，能用其名，天之所开，不可当。子玉请曰：非敢必有功，愿以贤侄谗客之口也。楚王怒，少与之兵。
于是子欲使晚春告进，请父为侯而封曹，臣亦侍送。九，范曰：子欲无礼矣，君取一，臣取二，勿许。先轸曰：定人之谓礼。楚一言定三国，子一言而亡之，我则无礼，不许。楚是弃宋也，不如思许曹魏以诱之。指晚春一怒楚，即战而后屠之。晋侯乃求晚春于魏，且思许复曹魏。曹魏告绝于楚，楚的臣怒，即晋师，晋师退。君立曰：为何退？文公曰：其在楚，曰退三舍，可备乎？楚师欲去，的臣不肯。四月戊辰，宋公齐将秦将与晋侯刺臣仆。己巳，与楚兵合战，楚兵败，的臣收于兵去。甲午，晋师还至，恒雍作王公于建土。著己解服前曰：子欲非敢求有大功，但欲执伪甲谗特之口，谓子欲过三百胜不能入也。杜预曰：直由塞也。著己解甲回曰：晚春，楚大夫。著己解为昭曰：君文公也，臣子欲也。一位是宋为，二位复曹魏。 PG 893。著己解为昭曰：怒楚，令必战。著己解杜预曰：须胜复决，乃定计。著己解的臣及子欲。著所引成功王成。著所引国归附。著所引小子义也。著己解甲回曰：魏的也。著己解杜预曰：恒雍正的，今荥阳卷县也。著己解服前曰：既败楚师，襄王自往陵建土，赐命晋侯。晋侯闻而为之作功。所引杜预云建土阵地，然据此文，晋师还至恒雍，恒雍在河南也，故刘氏云建土在河南。下文建土在河北，今元城县西有建土，亦或然也。初，镇住楚，楚败，惧，使人请谋晋侯。晋侯与镇伯盟。五月丁未，献楚服于周，四界百城，屠兵千。天子使王子虎命晋侯为国，赐大陆，同公十百，卢公十千，俱畅。亦有归赞虎奔三百人。晋侯三辞，然后稽首受之。周作晋文侯命王若曰：复议和，披显文武，能胜明德。昭登于上，不闻在下，为时上帝即决令于文武。续政生计与一人永其在位。于是晋文公称伯癸亥，王子虎蒙诸侯于王庭，助政一服因服求也。助己解服前曰：四界四马备甲也，屠兵不促也。助己解甲回曰：王子虎周大夫。助己解甲回曰：大陆金陆同公是卢公黑也。诸侯赐公使，然后征拔。
朕一同图东返。卢英卢 PG 894。注籍解甲回曰：据黑鼠唱香酒也，所以降神。有器名诸侯赐归赞，然后为唱。注籍解甲回曰：天子促曰虎奔。注籍解甲回曰：鸡首守至地。注籍解孔安国曰：同姓，故称曰父。马荣曰：王。舜曰：父能以义和我诸侯。所引案尚书文侯之命是平王命。晋文侯仇之语，今此文乃襄王命文公众耳之事，代数玄格须策权乖。太史公虽复弥逢左氏，而系家伙一时有疏谬。裴氏及解义引孔马之助，而都不言时代乖角，何习迷而同罪也。然继平王至襄王为七代，仇至重耳为十一代，而十三侯。又平王元年至鲁西二十八年，当襄二十年，为一百三十余岁矣。学者果何讨论之？而刘伯庄以为盖天子命尽同此一词，犹非也。注籍解孔安国曰：文王武王能详慎且用明德。注籍解马荣曰：昭明也，上为天，下为人。注籍解孔安国曰：唯以事故即成其王命，得留子孙。注籍解孔安国曰：当忧念我身，则我一人长安王位。注籍解服前曰：王庭建土也，所引服氏之王庭氏。建土者，据二十八年五月，公会晋侯，盟于建土，又此上文。四月甲午，作王公于建土。王庭即王公也。晋焚除君，火数日不息，文公叹。左右曰：甚楚而君游？忧何？文公曰：吾闻能战胜安者为圣人，是以惧。且子欲游在，庸可喜乎？子欲之败而归，楚成王怒其不用其言。贪与进战，让则子欲，子欲自杀。晋文公曰：我及其外楚，诛其内，内外相应。于是乃喜。六月，晋人复入魏侯。壬午，晋侯渡河北归国。行赏胡偃为首。或曰：臣仆之事，先诊之谋。文公曰：臣仆之是演说我无失信。先诊曰：君事甚为幼，无用之以甚。然 PG 895。此一时之说，演言万世之功，奈何以一时之力而加万世功乎？是以先知。东晋侯会诸侯于温，欲律之朝周。力未能，恐其有叛者，乃使人言周襄王受于河阳。人生遂率诸侯朝王于建土。恐子读史记至文公曰：诸侯无赵王，王受河阳者，春秋会之也。注所引案左氏传五月盟于建土。东会诸侯于温，天王授于河阳，人生公朝于王所。
此文一说东朝与王当合于河阳温的，不合取五岳建土之文。丁丑，诸侯为许。曹伯成或说晋侯曰：齐桓公和诸侯而国异姓，今君为贵而灭同姓。曹叔振铎之后，晋唐叔之后，和诸侯而灭兄弟，非礼。晋侯说父曹伯，于是晋始作三行：荀林赴江中行，先胡江右行，先灭江左行。注集解符前曰：辟天子六军，故谓之三行。注所引左传土及江右行，与此异。注集解杜预曰：三行无左，一大夫帅也。所引据左传荀林赴病事亲，而云大夫帅者非也，不治左者当必天子也。或新制三行，官位备耳。七年，晋文公秦谋公共为政，以其无礼于文公王过时，即臣仆时政助处也。为政欲得舒瞻，舒瞻闻之自杀。政持舒瞻告晋，晋曰：必北郑君而甘心焉。郑恐，乃遣令使谓秦谋公曰：王郑后晋，于晋的矣。PG 896。而秦魏为利，君何不解郑，得为东道交？秦伯说：罢兵。晋亦罢兵。著所引十位烛之五。著所引交友好也。朱本及左传皆作主。九年冬，晋文公卒，子襄公欢立。是岁郑伯亦卒。郑人或卖其伯于秦，秦谋公发兵往袭郑。十二月，秦兵过我交。襄熙元年春，秦师过周，五里，王孙奋击之，兵至华。郑虎人衔高将士于周，遇之，以十二牛劳秦师。秦师惊而骸，灭华而去。著郑亦左传云：秦晋伐郑，烛之五说秦师罢。今其子冯孙杨孙三代服戍郑，其子自郑始告于秦曰：郑人使我掌其北门之管，若前师以来，国可得也。晋先枕曰：秦伯不用简书，反其悉心，此可及。栾之曰：为报先君师于秦，及之不可。先枕曰：秦无无辜，伐无同姓，何得之报？遂及之。襄公莫衰别。四月，拜秦。师于尧，鲁秦三江孟明氏西起蜀白以丙以归，岁末以葬文公。文公夫人秦女谓襄公曰：秦欲得其三江禄之，公许遣之。先枕闻之，谓襄公曰：患身矣。枕乃追秦江，秦江渡河，已在船中，顿首谢，猝不返。注集解甲魁曰：莫变凶。杜预曰：以凶服从容，故莫之。注集解符前曰：非礼也。杜预曰：既礼所由变也。
后三年，秦果使孟明伐晋，抱姚之败，取晋光以归。四 ，PG 897。年，秦谋攻大兴，兵伐我，渡河，取王关，封姚师而去。晋恐不敢出，遂陈守。五年，晋伐秦，取新城，报王关一也。住所隐案，左传文二年，秦孟明氏伐晋，报姚之意，无取晋汪之事。又其年冬，晋先且居等伐秦，取汪彭衙而还，则汪是秦邑，只可晋伐秦取之，岂得秦伐晋而取汪也？或者晋先取之秦，今伐晋而收汪，是汪从晋来，故云取晋汪而归也。彭衙在河阳北，汪不知所在。助正义扩地至于王关故城，在同州城城县西北六十里。所传文公三年，秦伐晋，取王关，即此。先言渡河，使文颠倒耳。助及解服前曰：秦义心所作城也。六年，赵衰臣子栾贞子就继子范霍伯接促赵盾，待赵衰执政。助及解甲回曰：栾贞子，栾之也。霍伯先且居也。七年八月，相公促太子宜高赏，晋人以南部欲立长居。赵盾曰：立襄公弟庸好善而长，先君爱之，且敬于秦，秦故好也。立善则固，事长则顺，奉爱则孝，节就好则安。甲计曰：不如其弟乐，臣迎毕于二君，立其子，民必安之。赵盾曰：臣迎见班在九人下，其子何政之有？且为二君必迎也。为先君子，不能求大而出在小国，辟也。母迎子辟无威，臣小而远，无缘，将贺可乎？使事会如秦。迎公子庸，甲计亦使人召公子乐于城。赵盾废甲计，以其杀羊。处父。十月，葬襄公。十一月，甲计奔敌。是岁，秦谋攻邑。卒。助及解服前曰：晋国数有患难。PG 898。助及解服前曰：陈盈怀盈也。二君怀公文公。助及解服前曰：班四也。助及解甲回曰：正威也。助正义乐文公子也。助正义辟辟亦反。言乐辟已在臣而远无远也。助及解案左传此时甲他为太师，杨处父为太傅。灵熙元年四月，秦康公曰：齐文公之入也无畏，故有吕系之患，乃多与公子雍畏。太子武谋迎日夜报太子以号泣于朝曰：先君何罪？其四亦贺罪，舍事而外求君，将安至此？出朝则报以示赵盾所，盾守曰：先君奉此子而属之子，
曰：此子才，吾受其赐；不才，吾怨子。今君促，言犹在耳，而弃之，若何？赵盾与朱大夫皆患谋迎，且未诛，乃被所迎而立太子宜高，是为灵公。发兵以拒秦宋公子雍者，赵盾为将，往及秦，败之令狐先灭，遂会王奔秦。秋，齐、宋、魏、郑、曹、许军皆会赵盾，盟于户，以灵公出力故也。著集解服前曰：此太子。著集解王素曰：愿其教导不至也。著集解杜预曰：在宣子之耳。著集解杜预曰：郑地荥阳卷县西北有故亭。四年，伐秦，取少梁，秦亦取晋之淆。六年，秦康公伐晋，取鸡马。晋侯怒，使赵盾、赵川、细缺及秦，大战河曲。赵川最有功。七年，晋六卿患随会之在秦，常为晋乱，乃降令魏受于反晋将秦。秦使随会之位，因执会以归晋。著集解徐广曰：年表云北征也。所引徐云年表曰征。然按左传，文十年春，晋人伐秦，取少梁。夏，秦伯伐晋，取。PG 899。北征，北征即年表之征。今云小者，自物也。征因臣，亦平易。知县名。八年，周请望东，公卿争权，故不复。晋使赵盾以车八百乘平中乱而立匡王。是年，楚庄王初即位。十二年，齐人弑齐军一公。著所引案《春秋》鲁文十二年，请望东、周公越与王孙苏争政，故不复，是也。著所引文十四年，传又云：晋赵盾以诸侯之师八百乘纳桀，资于诸不克，乃还。而周公越与王孙苏送于晋，赵宣子平王室而复之，则以车八百乘，自是宣子纳诸桀资，不关王室之事，但闻相连耳，多恐是误也。十四年，灵公壮使后脸以雕墙，从台上旦人观其必完也。宰夫而雄凡不熟，灵公怒，杀宰夫，使妇人持其尸，出弃之，过朝。赵盾随会遣属谏，不听，以右见死人首。二人前见，随会先见，不听。灵公患之，使租尼刺赵盾。盾归，门开，居处结，租尼退，叹曰：杀忠臣，弃君命，罪亦也。遂处数而死。著集解贾逵曰：雕化也。著集解服前曰：凡熊掌，其肉难熟，正义而婴儿，凡因凡。著集解贾逵曰：租尼尽力士，正义租应除，你应米。著集解杜预曰：赵盾庭树也。
初，顿长田守山，见桑下有恶人。恶人是一名也。顿与之时，食其饭。问其故，曰：患三年，未知母之存不？披之九百，愿以母。顿一之，亦与之饭肉，以而为晋宰夫。赵顿弗复之也。九月，晋灵公引赵顿酒，扶甲将公顿。公宰是一名知之，恐顿醉不能起，而晋曰：君赐臣商三行，可以罢。欲已，去赵顿，令先无极难。顿既去，灵公服侍未会，先送猎狗，名敖，名为顿搏杀狗。顿曰：弃人用狗，虽猛贺为，然不知名之为应得也。已而灵公纵服侍出逐赵顿，是一名反吉灵。公之服侍，服侍不能进，而进脱顿。顿问其故，曰：我桑下恶人。问其名，弗告。名亦因往去。注集解徐广曰：蒲坂县有雷守山，注所引邹旦云是一为其名也，即左传之提弥名也。提音是以坂，刘氏亦因其为石以坂，则其提二字同音也。而此史记作是者，是集周礼古本的神曰止，皆作是字。邹为其者，盖有止提音相近，字遂变为其也。咪音咪以反，以咪为迷，亦因相近耳。又左是桑下恶人是邻者也，其是咪名，是叟敖者也，其人弃而死。今何二人为一人？非也。注集解服前曰：患，患学士也。注所引如字，注所引纵，足用反。又本作叟，又作促，痛诉后反。注集解何修曰：犬四尺曰敖。注集解服前曰：不忘报。顿遂奔，未出晋境。乙丑，顿昆弟将军赵川袭杀灵公于陶。元而迎赵顿，赵顿素贵，得名和，灵公少，使名不复，故为是义。顿重定。晋太史董狐书曰：赵顿是其君，以示于。批之九百零一。朝。顿曰：是者赵川，我无罪。太史曰：子为正卿，而王不出晋，反不诸国乱，非子而谁？孔子闻之曰：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宣子梁大夫也，为法受恶。其也出江乃免。注集解于藩曰：原名也。注所引以尺反。注集解杜预曰：不引顿之罪。注集解服前曰：文义则服。杜预曰：善其为法受屈也。正义为与违反。注集解杜预曰：越近则君臣之义绝，可以不讨贼也。赵顿使赵川迎襄公弟黑豚于周而立之，是为成功。
成功者，文公少子，其母周女也。人生朝于武功。陈熙元年，赐赵氏为公族。伐郑，郑被晋故也。三年，郑国出力，复晋而弃楚。楚怒，伐郑，晋往救之。著及解服前曰：“公族大夫也。”六年，伐秦，鲁秦将至。著所引赤及赤，谓赤后之人也。按宣八年左传，晋伐秦，或秦谍，杀诸将士。盖彼谍及此赤也。晋成公六年为鲁。宣八年，郑同，故之然。七年，陈宫与楚庄王争强，会诸侯于户。陈谓楚，不会。晋使中行桓子伐陈，因救郑，与楚战，败楚师。是年，陈宫卒，子景公据立。著所引荀林赋也。PG902。景熙元年春，陈大夫下征舒氏齐军临攻。二年，楚庄王伐陈，诛征舒。三年，楚庄王为郑，郑告急晋。晋使荀林赴江中军，随会。江上军，赵朔江下军，细客、栾书、仙胡、韩厥、巩硕佐之。六月，至河。文楚以服郑，郑伯肉袒与盟而去，荀林赴遇还。仙胡曰：“凡来救郑，不至不可，将欲离心。”卒渡河。楚以服郑，欲引马于河为名而去。楚与晋军大战，郑心复楚，谓之反助楚攻晋。晋军败，走河，争渡，船中人只剩息。楚虏我将，至阴归而临赋曰：“臣为都将，军败当诛，请死。”景公欲许之。随会曰：“齐文公之以楚战臣仆，臣王归杀。子欲而文公乃喜。今楚以败我师，又诛其将，是助楚杀仇也。”乃止。四年，仙胡以首计而败晋军河上，恐诛，乃分敌，与敌谋，伐晋。晋绝，乃卒胡。胡，先轸子也。五年，伐郑，为助楚故也。是时，楚庄王强以挫晋兵河上也。六年，楚伐宋，宋来告急晋，晋欲救之。伯宗谋曰：“楚，天方开之，不可当。”乃使解阳代为救宋。郑人止矣。楚后赐，使反其言，令宋即下。解阳代许之，促至晋军言。楚欲杀之，或见，乃归解阳。著及解甲回曰：“伯宗，晋大夫。”著及解服前曰：“解阳，晋大夫。”七年，晋使随会灭赤鄙。八年，使细客于齐。齐请公武从楼上观而笑之。所以然者，细客楼而鲁使见，未十秒，故其亦令人如之以蹈客。细客怒。PG903。归至河上曰：“不报其者，何博视之？”
治国请君欲伐齐，景公问之其故，曰：子之愿，安足以犯国。夫听谓文子请老修辟隙客，客执政。九年，楚庄王卒，晋伐齐，齐使太子强为执于晋，晋兵罢。十一年春，齐伐鲁，取龙。鲁告急魏，魏与鲁皆因隙客，告急于晋。晋乃使隙客栾书、韩厥以兵车八百乘与鲁、魏共伐齐。夏，与顷公战于泽，伤困顷公。顷公乃与其右翼卫夏取引，以得脱去。其师败走，竟追北至齐。顷公献宝器以求平，不听。隙客曰：必得萧同侄子为侄。其使曰：萧同侄子，顷公武，顷公武犹敬君武，奈何必得之？不义，请复战。晋乃许与平而去。著所引刘氏云：龙即龙也，鲁北有龙山。又此年当鲁成二年，经书齐侯伐我北壁，传曰为龙。又邹旦即别。本作听字，听当作韵。文十二年，季孙秦复率师陈朱。即韵注曰：听即韵也，自变耳。地理志云：在东关县东也。注所引左传作叔子。楚申公乌程到夏姬以分晋，晋以乌程为邢大夫。注即解贾逵曰：邢晋义。十二年冬，齐顷公如晋，欲上尊晋景公为王，景公让不敢。晋使作六卿、君、韩厥、巩硕、赵穿、荀追、赵括、赵瞻皆为卿，至因自出归。注即解贾逵曰：初作六君，见王也。注所引殷家，是文子。十三年，鲁成公朝晋，晋服晋，鲁怒去，被晋。晋伐郑。PG 904。取范。十四年，梁山崩。问伯宗，伯宗以为不足怪也。注即解公羊传曰：梁山，何上山？杜预曰：在崩，亦下阳县北也。注即解徐广曰：年表于伯宗以其人，用其言。十六年，楚将子反怨乌程，灭其族。乌程怒，以子反书曰：必令子罢于奔命。乃请使吴，令其子为吴行人，叫吴乘车用兵。吴进使通曰：伐楚。十七年，诛赵同、赵括，卒灭之。韩厥曰：赵衰、赵顿之功，岂可忘乎？奈何厥死？乃复令赵庶子武为赵后，复与之。一十九年夏，景公病，立其太子寿曼为君，是为立功。后月，于景公卒。立熙元年，初立，欲和诸侯，与秦桓公加和而盟，归而秦。被盟，与敌谋伐晋。三年，使与相让秦，因与诸侯伐秦。
至今败秦于麻遂。鲁齐将陈差助及解甲回曰：“吕襄，晋大夫。”五年，三系谗伯宗，杀之。伯宗以好直谏得此祸，国人以事不复立功。助及解甲回曰：“三系，系义，系粲，系智也。”六年春，正被晋与楚盟，晋怒。栾书曰：“不可以当无事，而失诸侯。”乃发兵。PG 905。立功自将，五月渡河。闻楚兵来救，范文子请功遇骸。系至曰：“发兵诛逆，见强辟之，无以令诸侯。”遂与战。癸巳，射中楚共王墓，楚兵败于鄢陵。子反收于兵，抚循欲复战，晋患之。共王召子反，其侍者数养蛊敬酒，子反醉，不能见。王怒，让子反，子反死。王遂引兵归。晋由此威诸侯，欲以令天下求霸。注集解徐广曰：“鄢，一座鄢。”伏前曰：“鄢陵，正之东南的也。所引鄢因衍，又于连反。立功多外必击，归欲进去于大夫而立诸姬兄弟，宠姬兄。”曰：“虚同，常与细致有怨。”及栾书又怨细致不用其计，而遂败楚。乃使人前谢楚。楚来诈立功曰：“鄢陵之战，实至赵楚欲作乱，内子周立之，会与国不惧，是以事不成。”立功告栾书。栾书曰：“其待有矣。愿公事使人之周围考之。”果使细致于周。栾书又使公子周见细致，细致不知见脉也。立功厌之，信然，遂怨细致，欲杀之。八年，立功烈与姬隐，细致杀石凤。晋患者夺之，细致射杀患者。公怒曰：“季子期与将诛三系，未发也。”细以欲公公曰：“我虽死，公亦病矣。”细致曰：“信不反君，志不害民，永不作乱。失此三者，谁与我？我死耳。”十二月壬午，公令虚同以兵八百人袭攻杀三系。虚同因以结栾书，中行掩于朝曰：“不杀二子，患必及公。”公曰：“一旦杀三卿，寡人不忍一也。”对曰：“人将忍君。”公弗听，谢栾书等以诛细事罪，大夫重病。二子顿首曰：“幸甚，幸甚。”公使虚同为卿。闰月乙卯，立公由将离世，栾书中行掩以其党袭捕立公，求之，杀虚同，而使人迎公子周。PG 906。于周而立之，是为道公。注集解左传曰：“栾书欲呆楚失退而及之，细致与楚有六贤，不可失也。”注集解于翻曰：“周经师注所引患者孟章也。”
注及解度喻曰：公反以为戏制夺食也。注及解度喻曰：人未书也。注及解甲回曰：将离世，境外必大夫在役者。注及解徐广曰：一座修到西元年正月庚申，栾书中行演示立功，葬之以一臣。车立功求六日死，死十日庚午，至阴营公子周来，至将行基与大夫蒙而立之，是为道公。辛巳，朝武公。二月已酉，即位。注及解左传曰：葬之于义东门之外也。注及解度喻曰：言不以君礼葬也。诸侯葬车七乘，道公周者，其大富节，晋襄公少子也，不得立，号为桓叔。桓叔最爱。桓叔生会伯檀，檀生道公周。周之立，年十四矣。道公曰：大富富皆不得立，而辟难于周，克死焉。寡人自矣。疏远，无己为君。今大夫不忘文襄之意而会立桓叔之后，赖宗庙大夫之灵的奉敬祀，岂敢不战战乎？大夫其义左寡人。于是逐不成者七人，修旧宫，施德惠，收文公入十宫城后。秋伐郑，郑失败，遂至城。住所隐及阴祭，未忘也。三年，晋会诸侯。道公问于臣可用者，其系举解乎？解。PG 907。胡系之仇。复问，举其子其武。君子曰：其系可谓不党矣。外举不引仇，内举不引子。方会诸侯，道公帝阳干乱行，未降怒其仆。道公怒，或见公，公促贤将，人之政使和。荣荣大亲父。十一年，道公曰：自无用未将，九合诸侯。何戎狄，为子之立也。赐之乐，三让乃受之。东秦取我立。注所隐于则也。注及解甲回曰：行臣也。注及解甲回曰：仆欲也。注及解服前曰：九合，一位会于妻，二会臣弟旧臣，三会于燕，四会于行丘，五同盟于系，六会于扎，七数镇虎牢，八同盟于伯城北，九会于萧鱼。注所引阴历，是历云在河北的阙。十四年，晋十六卿欲诸侯伐秦，渡荆，大败秦军，至玉林而去。十五年，道公问治国于师旷。师旷曰：为仁义为本。冬，道公卒，子平公标立。平西元年，伐齐，齐灵公与战宁夏，齐师败走。晏婴曰：君亦无勇，何不止战？遂去。晋追，遂为临淄，晋烧屠齐。郭忠。东至交，南至夷，齐皆城守，晋乃引兵归。注及解徐广曰：迷，一座立。所引刘氏迷因媒。
其反即弥清也。六年，鲁襄公朝觐，晋栾逞有罪，奔齐。八年，齐庄公为遣栾逞于曲沃，以兵随之。齐兵上太行，栾逞从曲沃中返，袭入将。将不戒，平公欲自杀，范献子指公，以其徒击逞，逞败。PG 908。走曲沃，曲沃攻逞，逞死，遂灭栾氏宗。逞者，栾叔孙也。其入将，与魏氏盟。齐庄公闻逞败，乃还，取晋之朝歌去，以报临淄之役也。注集解左传逞作营。十年，齐崔注视齐军庄公，晋因其乱，伐败齐于高唐去，报太行之役也。十四年，吴延龄继子来使，与赵文子、韩宣子、魏献子语曰：“晋国之政，促归此三家矣。”十九年，齐使晏婴如晋，与叔相语。叔相曰：“晋既是也，公后复为台池而不恤政，政在司门，岂可久乎？”晏子然之。二十二年，伐晏。二十六年，平公卒，子昭公一立。昭公六年卒。六卿强，公室卑，子请公去吉利。著所引韩赵魏范，中行及志士为六卿。后韩赵魏为三卿，而分晋政，故曰三晋。请公六年，周景王崩，王子真立。晋六卿平王室乱，立晋王。九年，鲁季氏逐齐军昭公，昭公居干侯。十一年，魏宋使使请晋纳鲁君。季平子思路范献子，献子受之，乃谓晋君曰：“季氏无罪，不果入鲁君。”十二年，晋之宗家其细孙叔相子相恶于君。六卿欲弱公室，乃遂以法禁灭其族，而分其邑为十县，各领其子为大夫。晋亦弱，六卿皆大。十四年，请公卒，子定公无立。定公十一年，鲁阳虎奔晋，赵鞅简子舍之。十二年，孔子。PG 909。相鲁。十五年，赵鞅使邯郸大夫武，不幸欲杀武，武与中行营。范吉射轻弓赵鞅，鞅走保晋阳。定公为晋阳。荀立韩不幸为耻，与范中行为仇，乃移兵伐范中行。范中行反，晋军击之，败范中行。范中行走朝歌，保之。韩魏为赵鞅谢晋军，乃射赵鞅，中定。二十二年，晋败范中行事，二子奔齐。著所引婴，荀偃之孙也。著所引婴亦范献子，是鞅之子。三十年，定公与吴王夫差会黄池，真长赵鞅时从，促长。五
注集解释广曰：吾世家说黄池之盟与赵鞅怒将战，吾乃常进定公。左氏传于乃先进人，外传于吴公先杀，进公赐之。三十一年，齐田常侍齐军简公，而立简公第二为平公。三十三年，孔子卒。三十七年，定公卒，子出公凿立。出公十七年，知伯与赵韩魏共分范中行的以为义。出公怒，告其辱，欲以伐四卿。四卿恐，遂反攻出公。出公分齐，到死。故知伯乃立昭公曾孙交为晋军，是为哀公。注集解徐广曰：年表云出公历十八年，或云二十年。注所引时赵魏韩共业范氏集中行事，而分其地，由有志士与三晋，故曰四卿也。注所引案赵系家云交氏为义公。幼年表云出公十八年 ，PG 九百一十。四哀公祭二年，四义公交十七年。纪年又云出公二十三年分楚，乃立昭公之孙，是为晋公。系本义云昭公生桓子雍，雍生纪，纪生义公交。然晋赵系家及年表各个不同，何况纪年之说也？哀公大父雍，晋昭公少子也，号为代子。代子生纪，纪善之伯早死，故之伯欲晋并晋，未敢，乃立纪子交为君。当是时，晋国正皆绝之伯，晋哀公不得有所至。之伯遂有范中行的最强。注集解徐广曰：是本作襄子雍，注云代子。哀公四年，赵襄子韩康子魏桓子共杀之伯，晋并其地。注所引如纪年之说，此乃出公二十二年事。十八年，哀公卒，子幽公留立。幽公之时，晋魏反朝韩赵魏之君，独有将屈沃，余皆入三晋。注所引魏惧也，为衰弱故，反朝韩赵魏也。宋中引此注系本，而魏自为衰。十五年，魏文侯出立。十八年，幽公迎妇人，夜窃出邑。中盗杀幽公。魏文侯以兵诛晋乱，立幽公子止，是为列公。注所引按晋年。魏文侯出立在晋公十八年。注所引纪年云夫人秦迎贼公于高寝之上。注所引系本云幽公生列公止。幼年表云魏诛幽公，立其地址 PG 九百一十一。列公十九年，周威烈王赐赵韩魏皆命为诸侯。二十七年，烈公卒，子孝公其立。孝公九年，魏武侯出立，其邯郸不慎而去。十七年，孝公卒，子晋公据九立。是岁，齐威王元年也。注所引系本云孝公卿，纪年以孝公为桓公，故韩子有
晋桓侯。著所引纪年云桓公二十年赵成侯韩共侯迁桓公于屯留，以后更无进士。著所引戏本云晋公惧。晋公二年，魏武侯韩哀侯赵晋侯灭晋后而三分其地。晋公迁为家人，晋绝不嗣。著所引案，纪年魏武侯以桓公十九年卒，韩哀侯赵晋侯并以桓公十五年卒。又赵系家列侯十六年与韩分晋，封晋君。端氏其后十年，肃侯迁晋君于屯留。不同也。太史公曰：晋文公，古所谓明君也，王居外十九年，至困。曰：即即位而行赏，上望介子推，况交主乎？灵公既逝，其后。臣谨至言，致力大克，大夫具诸，或坐。道公以后日衰，六。清专权。故君道之欲其臣下，故不义哉。所引数赞，天命疏于，促封于唐。同归既消，何焚事？荒。文侯虽嗣，屈沃日强。未知粉末，作清还庄。献公昏祸，太子离殃。众耳至霸，朝周河阳。灵既丧德，利益无妨。四清。清武。晋作巨王。PG 912。